好，现在开会哦。首先跟大家致歉了，今天主席迟到了哦，所以跟大家特别跟大家这个抱歉了，不好意思让大家等。今天举行刑事案件确定后去氧核糖核酸鉴定条例草案公听会。那么，因为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在5月18日审查这个草案的时候啊，提案的委员就是我们在场的顾立雄委员认为 DNA 鉴定。 对于已经定罪的案件，可以发挥查明真相、救济无辜的功效。国内外也有多起被告遭判决之罪的案件确定后啊，在因为 DNA 的鉴定而排除涉案、改判无罪的案例，所以有立法的必要。但是因为在审查的时候啊，司法院表示，现行刑事诉讼法及实务与正在本院审议的这个。 刑事诉讼法的修正草案啊，已经使受判决人有申请去氧核糖核酸鉴定的机会，不需要另外再增定有罪判决后申请去氧核糖核酸鉴定的必要，也没有立特别法的这个规定的这个必要，所以为了厘清这个不同的观点，化解争议。 让法案在未来接续审查能够凝聚共识，解决争点。所以，委员会决定啊，邀请各位专家学者针对这个 DNA 鉴定技术运用在刑事案件相关法制啊，做更详尽的探讨。要听一下各位专家学者提供的多元意见，以作为审查法案审查的参考，让法律的制定更为周延妥适啊。好，我们首先介绍。 出席的专家学者，我们今天邀请了10位啊，那么还有几位没有到，我们等这个几位到场之后会陆续介绍。我们现在照签到的顺序来跟各位做一个介绍。好，台湾大学医学院法医学研究所李俊毅教授，交通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金孟华教授，欢迎啊。 吴信颖律师事务所，吴信颖律师，中华民国律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人权保障委员会主任委员苏有成律师，欢迎。台北大学法律学系李荣庚教授，众律国际法律事务所蔡坤洲律师，中央警察大学刑事警察系廖友禄教授。 欢迎各位。好，我们接下来介绍，在场的，我们介绍这个邀请来列席的，政府机关代表，司法院刑事厅邱明宏副厅长，好，特别欢迎您。好，法务部邢太昭政务次长，法务部调查局建设科学处胡世雄副处长。 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纪明谋副局长，国防部法律事务司法律服务处齐成俊上校，卫福部医事司商东福副司长。好，我们接下来介绍现在到场的委员，包括刚才介绍过的顾立雄委员，然后周春明委员、尤美女委员哦。 好，我们跟大家来说明今天的这个公听会进行的程序。我们首先呢、会邀请提案的领衔提案的顾立雄委员来说明这个立法的意旨啊，为什么要定这个特别法？然后我们会请司法院跟法务部的代表。 分别来说明他们对这个草案的立场，然后我们会请专家学者跟团体相关团体的代表来发言。发言之后，我们会请包括提案委员、包括法务部跟司法院或者有其他的列席的机关单位的代表来做回应。那么，如果专家学者还希望有第二轮的发言， 我们会现场来做处理。好，我们现在来宣读这个公听会的讨论提纲。好。
讨论提纲：一、外国于司法程序中使用 DNA 及其他科学证据之经验参考；二、我国实务上使用 DNA 或其他科学证据作为判决依据之现状，近年透过鉴定技术鉴别力及精准度提升而翻案或频繁之情形；三、现行再审或非常救济之规范是否足以使被告利用科学鉴定技术提升之成果提出对己有利之主张；四、制定专法或规范于刑事诉讼法中将 DNA 或与其他鉴定技术分开处理规范之必要性。自诉讼程序的观点来看， DNA 与其他鉴定技术之差异能否反复验证；五、若制定专法，主管机关及其权责与现行刑事诉讼各原则之关系，当事人之权利如何行使，申请及准许之门槛如何救济；六、简体及相关证物之保存问题及法制建议。宣读完毕。好，以上是今天我们公听会的讨论提纲。那么在邀请各位发言之前呢，跟大家做说明啊，这个我们对于学者专家跟相关团体代表的发言，我们会照签到先后次序啊。那么如果您希望变动这个次序的话，请来跟主席台这个说明，我们会协助来做调整啊。然后这个机关团体的代表的发言，就是针对学者专家，如果特别这个希望哪一个机关团体来做回应的时候，也可以在您在发言的时候那么特别提点。好，我们先由我们本除了这个提案委员之外啊，那么本院或者本会或者本院的委员到场的委员，如果希望发言的话，我们会在最后啊，如果大家的发言都结束了，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会保留时间来请这个到场的委员来，如果需要发言的话。好，我们首先要邀请提案的顾立雄委员发言，时间，顾委员十分钟够不够？好，那么我们这个包括顾委员，包括司法院法务部，我们都是八分钟。那么我们学者专家每一位的时间是十分钟。好，谢谢。好，主席、各位学者专家、各位机关代表及在座的各位同仁哦，我与这个尤美丽委员跟周祝敏委员共同提案的，有关刑事 DNA 确定刑事案件确定后 DNA 鉴定的条例哈、哦，大致上在做一个为什么要订立这样的一个条例的一个特别说明。在上次提案的时候，我已经说明，DNA 是上帝留存在人体内的一个密码。那人类发现了这个 DNA 之后呢，在一开始似乎是认为已经掌握了这一个进入密码的钥匙，但事实上呢，我们从实际的一个科学的进展上来看呢，以及从我们所相关接触的刑事案件来看，这样子的一个 DNA 的鉴定技术，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演进呢，发现呢，在过去所掌握的这些鉴定的一个方法，事实上是不足。那而且呢，像这样子的一个显然不足啊，是会造成一个一定的冤狱。那而且这样的一个不足呢，它时间上来看呢，事实上每隔几年呢，就有一定的一个进展而发现了之前的不足。以陈龙奇案件为例呢，他当时是在2010年的时候呢，以这个17组的 YDNA SDR 来做鉴定，但在2013年的时候呢，就可以使用这个23组的 Y 染色体哦，做一个这一个鉴定。那可见呢，这样子的 DNA 的鉴定的技术呢，其实是相当程度的有一种随着一个不算长的时间的一个进展，就会有一个突破。那这样子的一种 DNA 的鉴定的技术，在这个其他跟其他的鉴定的方法上来看呢，它有一个两个明显的不同，也就是说，它当然是只要简体有保留，它反复验证的这个可能性是相当相当的高的，好，而且是很容易再去进一步的去验证之前所做的鉴定是否是对的或者是错的。那第二个呢，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了这一个DNA 的这一个采样条例的一个规范，所以关于这样子的一种 DNA 简体的一个保存呢，是相当
程度上来讲，比较于其他的一个鉴定的方法来看呢，它这样子的一个重复在进行验证，因为透过这样的 DNA 采样的一个条例呢，保存了这样相关的检体呢，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呢，事实上是有它很好的一个采样库留在那边，可以再重复的来去认证它这样的一个做法，之前的鉴定是不是正确的，那是不是有冤狱的可能性？但现行的在刑事案件判决确定之后呢，要进行再审的时候呢，它面临的困难。面临的困难呢，就显示在这一个陈龙奇案，陈龙奇案跟吕建明案其实都有。陈龙奇案呢，它事实上并不符合当时刑事再审的要件，严格就法论法，因为它事实上检体是保存在官方的手上，那么我们提出了报告，认为说，它这个采样可能不足，那么不排除呢，这个混有这个陈龙体的这样子的一个认定，不表示里面一定当然有陈龙体的 DNA， 但这只是一种推论，它并没有一个确实的新证据。那这样的一个确实新证据，必须要透过这一个进一步的这个再度检验之后呢，才可以认定有一个新证据的一个存在。那当然是基于最后法官他善意也好，或者是他合理的相信也好，认为这案子可能会有一个冤狱的可能性啊，他去嘱托这一个重新再做一个 DNA 的鉴定。那但是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那事实上要救济的可能性几乎是零。那你事实上如果他排除了你再审的申请，你再抗告，事实上也是没有新证据的存在，这样子被驳回的可能性也是非常非常大。那么吕建明这个案子后来事实上是检察官主动他重新依照他的职权，因为检察官本身有这个强制处分的权利，也有调查的权利等等，那他透过这个民间团体的这个倡议之后，那他依照他的职权去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鉴定。但如果你要向检察官申请，检察官不理你，事实上你没有任何其他救济的管道，这是他的职权，你没有任何的申请的权利，对检察官有任何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认为基于这样子的一种现实上面，对于所谓的再审得到一个所谓新事实新证据，那不管在再审进一步修法之后，才所谓的跟就一综合既有的证据来综合判断，有没有足以使这个原判决发生可能的动摇的一种新证呢？在 DNA 鉴定案子，因为检体放在这个官方的手上，那么你要重新再进一步进行检验，事实上是一定要官方首先发动。所以我们的这个条例主要就是设计一个让这个受判决人或受判决人的家属他确信他是冤枉的，让他有一个申请的管道，让司法机关有在合理相信我们提出了相关的报告者合理相信这可能是有冤屈的可能性的时候，给他一个机会再做一次鉴定，也就再做一次就好了，再做一次花费的成本并不会非常的大，但却可能去挽回了一场冤狱。这样子的一种冤狱的存在，其实是司法的耻辱，司法的耻辱。虽然我们都知道司法的审判它如何再如何的严谨慎密，都有造成冤狱的可能性。冤狱的存在是事实上是司法审判的本质之一，但冤狱的存在终究是司法的耻辱。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条例，我们去申请，让他有一个申请的管道，只要再给他一次机会，再做一次，只要再做一次，让他重复的验证，依照新的技术，他到底有没有被冤枉的可能性，或者是说，在之前所做的鉴定，到底是不是符合这个 SOP， 到底是不是有错误的可能，只要让他有这个机会再做一次，我想付出的代价是如何的微薄，但是得到的一个成果可能却如此的丰硕。那么日本在菅家立和的这个案子里面，最后他在获判无罪的时候，法官合议庭的法官代表了整个司法向国人道歉。我希望我们台湾的司法面对冤狱，在任何一场冤狱
经由再审的程序重新获致无判的时候，我也很期待法官要代表司法郑重的向国人道歉，这是我们期待的一个司法的环境。那我也相信这样子的一种 DNA 在确定之后申请鉴定的这样一个管道，会让我们的冤狱在 DNA 的这一块会某种程度的一个减少，我们不敢说完全的消弭，但至少希望到减少到一个最低的程度。那以上的报告，谢谢各位的聆听，谢谢。好，谢谢顾委员代表提案委员的说明。好，我们接下来请我先跟各位做一个这个更正啊、哦，对卫福部不好意思，卫福部的代表是医事司刘明勋检任记证啊、哦，跟大家做说明。好，我们接下来请司法院刑事厅邱明宏副厅长代表司法院说明态度。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大家早安。那我谨代表司法院，司法院讨论，就目前这个草案讨论到目前为止，司法院目前的看法。那大院委员鉴于去氧核糖核酸鉴定技术不断进步，随着技术发展，去氧核糖核酸之鉴定对已定罪之案件能厘清真相，那救济无辜，未能使与时俱进之上开鉴定技术发挥其发现真相、避免冤狱之功能，而提案草拟本条例草案。那司法院认为，虽然向为我国法治参考的德国、日本两国，德国的刑事诉讼法第359条至第373条 A 及日本刑事诉讼法435条至453条均规定了再审的程序，但是德日的刑事诉讼法均没有规定有罪判决确定后向法院申请 DNA 鉴定的特别规定，那也没有另立特别法为此规定啊。但依其刑事诉讼法规定及实务运作，以使受判决人有与有罪判决确定后有申请去氧核糖核酸鉴定之机会。那这样的一个适用法律的结果，与我国法目前规定及实务运作的情形并没有不同。比如说，在草案里面提到的陈龙奇案件，这个案件是受判决人申请。再向法院申请再审，那法院在再审的审理再审是否开始的程序当中，然后送了重新的鉴定，然后最后下了开始再审的裁定。那吕建敏这个案子则是由检察官鉴定后，由检察官为受判决人的利益申请法院再审，然后开启了再审程序。那所以在现行制度下，并没有是已经提供了受判决人的利益于判决有罪确定之后，然后有重新鉴定的一个机会啊。但是司法院也认为，真定有罪判决确定后，向为受判决人的利益而申请 DNA 的再鉴定的制度，利益良善。那本院是尽表佩服啊，那也并没有表示反对。但是基于以下的理由我们认为为受判决人的利益而申请 DNA 的鉴定或者是重新鉴定，我们认为管道应该多元啊。那另外基于社会与政治权利公约第十四条第一项受公平法院审判的原则，我们认为是否要向法院来申请 DNA 的重新鉴定，我们觉得这个应该要慎重的考虑。那另外，我们认为基于检察官基于客观性的义务，就案件确定后所保管之全案卷证，得申请评估有无进行 DNA 鉴定之必要，且该鉴定收集证据之范畴啊，那
且该鉴定收集证据之范畴是否增订这个制度指向法院来申请，我们觉得是应该可以再斟酌。那检察官的客观性义务是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二条第一项，规定实施刑事诉讼程序之公务员，就该管案件应于被告有利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那检察官依此规定具有客观性义务，应善尽协助法院发现真实并实现追求具体公平正义之职责。再依刑事诉讼法第457条第一项规定，案件确定后之裁判系由检察官指挥执行，全案卷证法院移送执行后，已由检察官检察署保管并处理，且去氧核糖核酸采样条例第11条第12条也明文规定，去氧核糖核酸样本之储存与保管及其至少应保存10年等保存期限。那当检察官检视所有保管之全案卷证并整体评估后，倘认以最新之鉴定技术进行 DNA 鉴定，其结果可能显示被定罪之被告并非真正之行为人时，自应进行鉴定，必落实检察官客观性义务。那美国的非营利组著名的非营利组织无辜计划，借由 DNA 证据为无辜被告推翻原有确定判决，并促使各州检察机关为实践检察官客观性义务，内部成立的定罪完善小组负责针对确定案件妥适进行调查，决定是否准许去氧核糖核酸鉴定之申请，也是检察官客观性义务的事例。那另外，我国最高法院检察署也于105年4月拟定了争议性死刑确定案件审查作业要点，那设置了争议性死刑确定案件审查委员会，并明定检察官处理该争议案件非常上诉及再审之程序。这也是我国落实检察官客观性义务之事例。那司法院认为，基于公平法院的原则，这个申请，这个DNA 鉴定的申请，有罪判决确定后 DNA 再鉴定的申请，我们觉得向检察官来申请会比较符合这样的一个检察官客观性义务的一个原则。但是冤案的造成是一连串的过程所造成的，这中间也包括了一个检警的侦查，还有法院的审判程序。那冤案的造成是在这个程序过程当中所造成的，那我们觉得在平反的程序当中，应该也让这些造成这个程序结果的人，这个结果的各个机关都能够参与。所以并不反对说向法院参与，但是是否应该先向检察官参与。比如说关于草案的第三条，基于刑事案件确定后，证物系已由检察机关保管，那故此阶段受判决人有申请就证物检体鉴定后据以申请再审，其性质跟证据保全故其类似，故其申请检察官为必要之鉴定处分，检察官若驳回或于相当期间未为鉴定处分，那可以参考刑事诉讼法证据章第五节证据保全第219条之一的立法体例，规定申请人应得向该管法院申请，就是向检察官申请鉴定之后，如果被驳回或于期限内未准许的话，再向法院来申请，或者是说另外规定向检察官申请之后，那如果检察官被检察官驳回的话，可以向法院来申请救济，那这都是一个可行的方式。以上报告。好，谢谢，谢谢邱副厅长。接下来请法务部邢泰昭次长。主席委员各位先进大家早安这个关于今天的这个议题我们刑事案件确定后去氧核糖这个核酸鉴定条例草案是规范有罪判决确定后申请鉴定去氧核糖酸核酸之程序这个立法目的在于查明真相救济无辜维护审判之正确保障人权
维护正义啊。关于这个法案啊，这个利益良善啊，本部啊尽表赞同，也非常的钦佩啊，非常钦佩。那对于这次本次的公听会讨论的提纲啊，这个本部啊有几下的意见啊，来这个补充啊。第一，为申请再审啊而请求再鉴定 DNA， 这个具有可行性啊。这个刑事诉讼法第420条，在民国104年二月修正啊。那修正之后呢，这个在实务上，比如说啊，我们最高法院104年台抗日125号的裁定里面呢，他还是认为说，要启动啊这个申请再审，就为受判决的利益啊来申请再审的话，如果客观上啊尚难认为啊足以动摇第二审确定判决所认定的事实者，同无啊准许啊再审的余地。换句话说啊，要启动这个申请再审啊，这个一定啊基本上要有足以动摇第二审确定判决所认定的事实的、啊。那受判人提出鉴定申请啊，行申请这个鉴定结果既然都还没有出来啊，还没有存在，那根本啊就没有办法来认定说、啊、是否能够产生足以合理的怀疑，或足以动摇第二审确定判决所认定的事实。那受判决人呢，以此来作为申请再审的依据呢，这个是不是能够开启再审的程序呢？啊，那当然了、啊，就有疑问了、啊，当然就有疑问啊，更何况呢？有关申请再审的程序啊，申请人是否有证据调查申请权啊？在我们实务上也有不同的这个意见啊。那这个让这个当事人有时候啊，就是救济无门了、啊、哈。因此，所以呢，这个受判决人啊，这个是否能够申请鉴定啊，去氧核糖酸核酸啊，去氧核糖核酸为申请再审的理由啊，是否足以开展再审程序？申请再审有无啊证据调查申请权？这个呢？很多呢都属于未没有决定的事项，在这个诉讼程序权都属于一些未定的状态啊，所以本草案于现行再审制度的规范下，赋予受判决人呢、啊、申请鉴定去氧核糖酸核酸啊的法源基础，进一步强化其依循再审途径推翻错误定罪判决的权利，其规范内容啊，这个是很值得肯定的啊，所以本部啊乐观其成。第二，这个法院依当事人申请啊，而为发现证据的调查、收集证据，与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必无汉格了。我们看到的最高法院啊，98年台上日第4577号的判决里面，他就有提到啊，他认为说啊，这个再审啊，他认为说这个调查，这个关于法院调查证据啊，如果检察官的实质举证致被告将受不利益之判断时啊，不利判断时未免于啊己不利啊，就于被告不利，即有提出证据或申请法院调查证据以动摇该不利状态的必要，必使法院呢得视个案的具体状况的需要裁量，或基于义务啊为职权，为职权行补充啊或辅佐性之证据调查，确认该特定事实之存在与否。换句话说，哈，依照这个最高法院98年台上是4577号认为说，这个法院如果说基于当事人的利益，他还是可以基于义务，啊，这个基于依职权来行这个证据的调查的。因此，哈，因此这个。我们认为啊，这个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未发现事实、发现证据的调查呢，与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必无汉格。啊，第三，于检察官负有客观义务下之前提下啊，同时赋予受判决人等之申请鉴定权，更有助于啊权利救济制度之完备。检察官依刑事诉讼法第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啊，这是我们可以说检察官的这个帝王条款啊，本应啊一律注意对被告有利及不利的这个情形。除此之外呢，赋予被告有罪判决确定后之申请鉴定去氧核糖核糖酸啊酸之权利啊，是有助于啊权利救济制度之完备。此一检察官
这个负有客观性义务啊，两者啊是可以说是并存而不冲突的。再者，关于啊证据价值之判断，我行政诉法器材自由新政主义啊，这个自由新政主义，只要法官啊基于啊这个判断的新政之理由不违背论理法则跟经验法则啊，这没有什么违法的问题啊。是，所以呢，被告对于证据力之评价，若与检察官司法之判断结果不同，我们仍然呢，这个准许呢由独立这个超然公正的法院申请这个鉴定的机会，对于其诉讼的基本权的保障，应该是更为周延的哈。第四啊，这个去氧核糖去氧核糖核酸哈、啊，这个实在是有点拗口啊。鉴定之特殊性啊，以这个独立规范之需求，未发现啊这个确实之事实真相，以实现公平正义，而于案件判决确定之后，另啊设这个救济的特别管道，重在纠正原确定判决所认定之事实错误，但应啊不能够排除某些人可能出于恶意或其他目的，利用这个方式来延宕啊，或是缠讼，有害判决之安定性，故应该有严格的限制啊。这个鉴定啊，应是使用科学的方法，呈现相对稳定的统计结果。在我国实务上，这个此项鉴定啊，对于判决异常有决定性的影响，啊，这个对刑事判决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判决结果很大的影响力。为避免啊，对于法的案件造成过大的这个冲突啊，去氧核酸另为这个特殊的规范处理啊，经针对可能合理怀疑的这个去氧鉴定结果，或原确定判决所行的鉴定果，一定条件上予以适当的鉴定机会，啊，应该是有助于啊发现事实和被告基本权利的保障。那第五呢，本草案的主管机关及其他建议啊，我们认为啊，本部认为，这有罪判决确定后，开启这个再审啊，申请再审，这可以说是刑事诉讼的一环哈、啊，也可以说在某一方面讲起来，也是刑事诉讼的延长啊。这时候呢，这个性质上是属于刑事诉讼的特别就义程序，啊，向这个超然公正的法院申请，主管机关为司法院，啊，关于这个申请的准许的门槛啊，考虑司法资源的适用，建议啊，还是以这个特定的罪名为限啊。那至于说这个简体的保管啊等法制的建议，那这个对于这个保存的期限啊规范，那也都应该要立法。来这样子予以规范啊，这样也比较周延，对人权的保障啊也比较这个有这个啊有这个法治的这个规范啊。好，报告完毕。啊，好，谢谢这个刑次长的说明。我们补充介绍，到场的专家学者，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叶玉兰秘书长，欢迎您。群盛国际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欧阳红律师啊，欢迎。好，我们现在就要邀请各位专家学者啊，依签到的顺序来发言，每一位发言的时间是十分钟。那么我们这个主席台两边都有发言台啊，那么这个各位可以视各位的习惯或者需要，在任何一个发言台都可以发言。那么我们请各位在发言的时候，同时可以看到在后面的墙壁上面左边那个是倒数的时间啊，那么我们时间到的时候就会按铃通知各位可以及早结束发言。好，我们首先邀请台湾大学医学院法医学研究所李俊毅教授，下一位请金孟华教授，请准备，谢谢。主席，各位先进，大家好。因为我需要用 slide， 所以到这个地方来跟各位报告啊。那么很荣幸来参加这个公听会。那么刚才这个看到提案的立委啊，为人民争取这个诉讼的权利，令人敬佩。那公务单位的回应呢、啊？我觉得这个符合牛顿第一定律。牛顿运动的第一定律是啊惯性定律，这我可以理解哈。那么这是我来这个地方要介绍的，就是因为我是学点科学，然后做一些 DNA 鉴定。
我们知道这个 DNA 科技的这个进步啊，那么已经翻转了以前的很多的这个案例，所以为什么这个案件特别的重，这个条例也特别的重要，在 DNA 鉴定这个地方为什么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这个专法啊，我这是今天我要介绍的重点，下一张。那么我们都知道科学证据啊是审判的品质保证，如果今天科学证据不存在了，那我们的审判其实基本上来讲不会让人们相信的，所以我想这个是大家的定则。但是如果新的科技可以来证明以前的这个鉴定可能有问题，以前的这个判决可能有疑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用？所以国外的这个学者都会认为说，如果新的科技出现的话，那这样子请求再鉴定，这个到底是人民，这是权利呢还是特权？那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下一张。那这么多的科学证据为什么要选 DNA 鉴定？为什么要选 DNA 证据？在美国2009年他提出了对所有的这个证据啊提出了一个证据力的一个介绍。那么当然有很多物理化学生物类啦。那么为什么会用 DNA？ 因为它是最可靠的 DNA 证据，最可靠的证据。就目前看起来所有这些证据来讲， DNA 证据是具有它的特异性，它特异性是其他没有办法比上的。虽然指纹也可以比上，但是指纹的鉴定其实它是形态的。那么它的鉴定方法会因人而异，但是 DNA 鉴定是仪器的方法，仪器的分析，所以仪器分析出来的这个结果不会有差异。那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是它的鉴定系统目前已经超越以往的这个鉴别力，所以各位可以想象到说，就目前的这个 DNA 鉴定的这个特异性、再现性跟鉴别力啊，其实都不是以往的所谓的其他的证据，或者甚至说以往的 DNA 鉴定其实都不及了。好，下一张。我们看看刚才提到了几个这个案例就知道，在民国83年一直到现在 DNA 鉴定的这个重复率啊，它的准确度，吕金凯的案子是19%，也就是说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重复的。那我们看看我们有翻案的这个陈龙奇的案子好了，当时他是1000个人里面会有一个，在台湾地区2300万人口里面会有11500个人跟他是一样的。后来还好这个再审然后再鉴定排除了。到目前来讲，我们做到可以做到的 DNA 鉴定的这个重复率啊是6×10^18，这几乎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人跟他有相同的性别。在明年呢，美国要采用STR 20个基因型，到最后啊又会引起啊大家讨论啊，实验室一定要这改变系统了，因为这个司法审判的品质的要求啊绝对没有终点的。下一张。我们的讨论提纲有一个国外的状况，国外状况 Innocence Project 到昨天为止啊是341个人用 DNA 去平反的。那在这里面呢，其实以前的证据有哪些？以前证据有血清证据啊、毛发啦、咬痕啊，很多的证据。但是如果你生物基因还在的话，用它来去做，那么有机会这个平反。但是也有是更加确认就是这个凶手的。下一张，这是《华盛顿邮报》而且2012年揭露的毛发鉴定错误。这是个案吗？下一张，下一张。不是个案 ，FBI 承认了，他已经有几十年的这个历史了，做这个。下一张，所以你看看，他们重新检验以往的这个案例，结果找到了多少？以前是2600个被判刑确定的，都用这样子的证据来做，其中还有45个是死刑案的。下一张，被要求检讨 ，FBI 被要求检讨，但是敷衍。就舆论这个压力，下一张，只好再做，只好去检讨旧案哦。检讨旧案到目前为止检讨了200多件，其中啊也有32位是死刑犯，其中的14位已经执行死于监狱，或者是已经被执行死刑，或者是关到死在监狱里面了。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下一张，咬痕也是一样，咬痕目前造成24个冤案，也就是说以前咬痕比对是相符，然后被定罪的。
关起来，然后现在发现到说咬痕上面的 DNA 唾液上的 DNA， 结果证明说不是那个人，已经有24位，其中还有几位是死刑犯。下一张，去年的国际错误鉴定会议，下一张，美国奥巴马政府的科技顾问要求要根除这个咬痕比对的证据，下一张。那么德州今年2月禁止这个咬痕证据上法庭，下一张。DNA 鉴定就没有错吗？我们说，我们今天讲 DNA 证据，其实如果你没有按照 SOP， 你的这个实验的品管有问题，照样错误。旧金山实验室有几百个 case DNA 鉴定有问题，下一张。检察官抱怨这个 DNA 证据有问题，这是 DC 美国这个华盛顿特区的案子，下一张。结果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实验室讲说哇，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绝对不会有错误，科学没有绝对的事情。今天我提供了4个文件，书面资料，3个呢是讲冤案里面的证据是怎么样犯错的，其中一个案子，另外一个是有一个单位说我绝对不会错，绝对不会错，那我就随便拿一个案例出来，这也错误。另外还有一个文件是书面资料是，在台湾如果说你讲这个实验室或讲证据有错误拿出来评论的话，你的下场会是什么？会被告。这个美国的这个案例是怎么样？市长马上说这实验室有问题啊，你赶快去处理啊，找专家来。下一张，实验室关起来。DC 的实验室花了2亿多元哦，对美丽的哀悼。下一张，关了10个月之后有限度的开张。国外是怎么做的？我们台湾是怎么做的？等一下我会做比较。下一张。所以第二个就是我们是台湾的做法是怎么样？下一张。台湾我们刚才提到了陈龙奇的案子，下一张。陈龙奇的案子，下一张。17个做出来不排除，就不排除重复率是1/1000，下一张。再下一张。好，再多做7个基因，结果发现到多做6个，结果有2个基因不相符。所以证明他是无辜的。下一张，一样的咬痕，吕建明的案子。下一张，更重要是这个案子，刚刚那2个案子人都还在啊，这个案子是人已经死掉了。江国庆的案子，下一张。江国庆的案子现在是大家在追究什么？刑求。可是你看看判决书上怎么写的，都是科学证据啊，当时是科学证据、科学办案来让江国庆有罪。强奸杀人，可是我们现在追的是什么？是寻求的。问题在说谁给他证据？寻求人知道是江国庆吗？致命的科学证据是什么？测谎、精益的 DNA 证据、法医证据。可是当时的这个精益 DNA 证据啊，是讲说以前不灵敏，现在灵敏吗？现在鉴别率高吗？不是，它是非典型的鉴定谬误。所谓非典型的鉴定谬误，就是说你不是因为说后面的鉴定的鉴别力强而盖过前面，而是说你前面的鉴定其实你的判断就错误了。下一张。所以测谎没过，同一天监察院调查报告是30号，9月30号把这个报告拿出来，发现到说其实因为测谎还有 DNA 还有这个法医的鉴定结果锁定了江国庆，所以才开始被刑求。所以重点是谁让这个侦查人员那么拿到这个证据锁定他，这才是关键。下一张，测谎证据，下一张，精液上面证据是怎么样鉴定的？我们看下一张，这是公报上面都有，判决书上都有。下一张 ，SM 精液是用来初筛精液，抗原血红素、血清酶是用来确认精液的起诉，确认精液，鉴定精液是用抗原血红素。各位如果学一点科学的话都知道说抗原血红素是验血的试剂，拿验血的试剂来鉴定精液的话，那这个精液到底是正确还是错的？当然是错的嘛，对啊。所以我说这是非典型的这个错误啊，这是用验血试剂来鉴定精液。所以我们说如果今天江国庆的爸爸江志安还在我们这个地方知道这件事情的话，他会拆法院的招牌还是会拆鉴定实验室的招牌？下一张是非典型的，因为我的时间已经到了，一直跑到最后一张好了，所以我就不再讲了。对啊，再下一张，再下一张，再下一张，这国外的这个，国外怎么做？
下一张，再下一张，再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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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再下，啊，再下。好，好，前面一张。美国面对冤案的反应是怎么样？行政的检讨，检讨科学证据，改正错误，鉴定单位道歉，追究鉴定人责任，鉴定人要怎么处理？立刻停止鉴定工作，重新审查所有做过的鉴定案件，进行再教育能力试验。然后呢，刚刚提到了立法呢，美国50州现在都有这个法令的这个规范。检查系统从2007年也开始，现在24个郡成立了所谓 CIU， 到目前为止 CIU 的效率很高，因为证据都在他们的手上啊。他们到今年到昨天为止已经平反了1793件。我看下一张。再下一张，再下一张，再下一张。好，好，前面一张，台湾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台湾面对冤案没有检讨，立法检讨第一个部分，我们今天开的这个检讨，这个制定这个法规，所以我非常的这个敬佩这个我们的提案立委。第二个检查系统，我们有提出来了，最高检察署有讲到说，我要这个做这个争议性死刑案件鉴定案件审查要点。那我们就把这些案件里面有关科学证据拿出来做验证一次，这些案件里面到底有没有科学证据，有没有物证，还是说只有自白，还是说只有这个证人的证词而已，以昭公信。行政检讨部分完全没有刚刚所提到的部分，只有追究刑求责任，但是科学证据是最重要的部分。江国庆的部分有没有追究刑求，就追究刑求责任，没有检讨科学证据，结果呢？有提出检讨的这个公家，我们的单位是什么反应？鉴定单位发函要求剖析文章的作者道歉，期刊销毁，审查读者的名册，并准备控告作者侮辱公署罪，没有追究鉴定人的责任。鉴定人控告作者跟杂志主编妨害名誉，但这个都不起诉。鉴定人控告，继续控告这个民事，一二审都驳回，目前在三审上诉，这是浪费司法资源。这明明就是一个人死掉了，然后你的证据就是被拿到这个判决书上面锁定了这个被告，结果到最后的结果是，这个鉴定单位可以不用这个什么，继续在开张，继续在做鉴定，到最后呢是去告这个人，而且发了公文说你们是这个这些人啊是这个侮辱公署。我不知道说到底江国庆是我们杀死的，是评论的人杀死的，还是鉴定单位有关？我们的刑求固然是有责任，但是我们的提出科学鉴定的这个单位有做到改正，有做到检讨吗？如果我们真的要去这个平反冤狱，我们这个鉴定单位就应该要是这被改革的对象。下一章，最后我的建议，第一个就是啊， DNA 证据已经是所有人别鉴定科学证据当中最可靠的了，应该要善加利用，让可靠的科学去协助平反冤狱。好，第二个是要检讨冤狱的伪科学证据，要妨害国校国外做法，成立专案小组改正错误。我们要提醒鉴定人，鉴定错误将身败名裂。各位在国外，如果你鉴定一件错误的话，你是不可能再到法庭上去作证的。但是在台湾呢，继续做鉴定，做了几百个，做几千个。鉴定机关啊，为之蒙羞，而且必要耗费大量人力审查旧案，会瘫痪鉴定工作。刚才那个这个华盛顿特区的实验室几乎是被关掉的，因为你有这样子的狠狠的去让这个鉴定人跟机关知道这样鉴定错误的痛，你才会谨慎的鉴定，避免冤狱啊。第三个建议是，我们一定要制定刑案检体及相关证物的保存规范。各位想想看，刚才李建明还有这个陈龙奇的案子，如果鉴定单位跟你讲说，对不起，我们证物已经销毁了。这两个人还有这么运气这么好，今天还可以走出这个监狱吗？不可能的事情嘛。那各位想想看，江国庆的案子现在证物还在吗？不在了嘛。我们有没有这个规范？司法院提出来说，哦，去阳和他说台阳条例第11条、12条上面有规范说，要保存10年。各位看一看，规范上面是讲被采证的人哦，被采样的人哦，你的检体、你的唾液是要保存在那个地方10年。但是刑案现场的血迹，对不起，规范在哪里？这不是的，这是两回事啊，风马牛不相及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平反冤狱，我们要定这个法条，如果前面那个证物都没保存到了，你后面这个是等于是枉然。所以啊，
我们希望建立这个证物的这个保存的规范啊，让制度化来去作为平反这个冤狱的一个系统啊。我这是个人的这个建议，谢谢。谢谢台大的李俊逸教授啊，那么也跟这个李教授致歉了、啊，这个我们的时间没有让您能够充分的表达、啊，不好意思。好，我们接下来请第二位啊，交通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金孟华教授。金教授之后，请吴信颖律师请准备。主席，各位委员，然后各位先进，大家早。那目前呢、啊，针对这个电后 DNA 鉴定的法，在美国是50周都有规定，好，然后呢，联邦也有规定，所以呢，在美国应该是一个就是大家都肯认的一个趋势。好，那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发现说，我国目前的情况其实非常像美国修法前的情况。好，修法前，美国修法前的情况怎么样呢？假如说受判决人他在狱中监狱里面有发现说，哎，那个 DNA 技术啊，有新的 DNA 技术被发展出来，那他觉得他的案件中有一些生物检体可以重新鉴定，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必须向检察官申请。好，因为什么向检察官申请呢？因为检察官是保管这些证物的人嘛，所以他第一步是会先向检察官申请。那检察官如果不验的话，那他再向法院申请。可是向法院申请的时候，他就会面临一个困难，就是说，哎，向法院申请要有新证据嘛？那这个时候受判决人他其实充其量他只能向法院提出一个证据方法而已。好，就说，哎，有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那请你验那个我案件里面的生物检体啊，但是他没有一个确切的那个新证据存在，所以这个就是美国当初要设就是要订立这个法的最主要理由啊，因为他要解决这个困难，就是证据是掌握在国家的手上，可是呢，那受判决人知道说有个新的技术存在，有可能能够排除他的涉案，可是他没有办法验，他自己没有办法提出这个新证据，他最多就只能提出证据方法。那法院到底有没有为受判决人调查证据的义务？好，这在过去在美国其实也是有争议的。那至少说现在是透过这个法，我们认为说 DNA 鉴定，DNA 后的 DNA 鉴定，等于是开了一个再审前的证据调查的一扇门。好，那这个在我国是非常相似的情况。好，那在我国目前实务见解是不一的，有的法院认为说，哎，再审前法院可以做证据调查，有的法院认为再审前不能做，好，你必须要提出一个无庸调查的证据，我才愿意审酌。好，那立这个法就是一个开启一个证据调查的门。好，那美国在从1994年纽约第一个设立这个法，然后1998年伊利诺设立这个法，然后到现在全部所有州都有设立。好，那到现在发展到现在，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哎，美国检察官也开始主动重新做这方面的重新鉴定。那这个部分呢，可能不是在今天这个法案所包含的范围，原本所预期包含的范围内，但是呢，实际上美国的许多检察的机关现在都有设立一个所谓的定罪完善小组。那这定罪完善小组是设置在检察署内部的一个单位啊，然后他们就是专门在重新检视这些在喊冤案件，所以检察官原本就可以依职权做证据调查。那现在美国等于是在许多检察机关在他们的检察署内部就有设置一个专责的人来做这件事情。好，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供我们法务部参考的。那我现在就进入一些细节的问题。我是认为说那个DNA 后的 DNA 鉴定不应该有太多限制。我认为最重要考量的是说这个 DNA 证据能否证明被告是无辜的。好，其他的限制都应该松绑。美国的各州法律的宽松的程度不一样，有的是限制说，哎，你如果说之前有过有罪答辩或是自白，好，那你就不能申请。
啊，或者是我设定一定的期间你就不能申请，或是我只限定特定罪名你就不能申请。但是现在学者主要的主流的论述是认为说这些限制都是不必要的，因为设置这个法目的就是要平反冤狱。好，那不管你是什么案件，不管你之前有没有做过有罪答辩或是自白，都应该要容许申请鉴定。再来就是目前的草案里面好像没有看到说，法官在做审酌的时候必须同时命鉴定机关应该去比对现有的资料库，因为我们知道 DNA 资料库每天都在成长当中，那重新把这个当年的案件比对既有的资料库，有个好处就是说有可能会发现真凶。那实际上美国 Innocence Project 它平反了300多件案件，但是呢同时也找到了100多件案件的真凶。好，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可以放在法案里面的。然后再来是证据应该要保存多久？那美国 Innocence Project 是建议说，至少在受判决人服刑期间，或是受到判决实质影响的期间内，他应该要保存下来。好，那到底什么是实质影响？那这个是可以讨论的。然后再来就是鉴定的方法应该有弹性，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 DNA 鉴定不是单一的技术，它可以分成非常多种类啊，它适用的对象，然后呢，各个不同的技术的那个敏感度啊都不一样啊，就是每个技术的特性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因为所以这个法案应该要同时赋予法官说，哎，我们可以针对个案的需求好来判断说要在这个个案中要使用哪一种鉴定技术啊，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法案里面那个强制律师辩护是很重要的，因为律师要做 research， 要为自己的当事人做 research， 然后要建议法官那个在针对这个案件要使用特定的DNA 的鉴定技术，好，是最有效的。好，那接下来是那个启动的门槛。好，我们现在是写草案里面是写合理相信。好，那之前我有听说，就是有一些先进对于合理相信怎么操作是存疑的，就是我国是没有合理相信这个门槛的。好，那在美国呢，主要可以分成两大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合理可能性 （reasonable probability）， 这个是纽约州的立法。另外一种模式是materially relevant， 好，这个是伊利诺州的立法。那原则上纽约州的合理可能性的这个标准是比较紧的，然后呢然后伊利诺州的实质关联性啊 materially relevant 是比较宽松的。伊利诺州的州法甚至呢在它法条里面还有讲说，就算这个 DNA 证据没有办法本身没有鉴定出来的结果没有办法获得使被告获得一个无罪的判决，还是可以容许他做鉴定。所以伊利诺州是非常宽松的。那美国现在大部分的州都是依循了这两套模式，发展他们自己的州法。好，那我是建议说，我们如果要设定一个法官看得懂的新政门槛，或许可以把它改成是像是搜索的，对第三人搜索的一个门槛啊，例如就是相当理由 （probable cause）。那另外一个美国之前曾经发生过的争议是说，有些法院在操作这个法条的时候，他会把案件的其他所有证据都纳入考量，纳入考量是对的。好，但是呢，有些法官会在把所有证据都纳入考量以后，他会认为说，你这个案件已经罪证确凿了，所以根本不需要鉴定。好，但是这个操作现在在美国是被认为是错的。好，真正的好的操作模式应该是法官假设这个鉴定，被告受判权有可能获得有利于他的鉴定结果，在这样的假设下来判断说需不需要为他做鉴定。这样才是对的，不然所有案件因为都是有罪判决，理论上光看卷内的其他证据，所有那几乎都不用重新验了，因为所有的案件都好像都是有罪的，那这种操作模式不对，所以呢，应该要把这样子的精神也放进法条里，就是
等于是告诉法院要在假设这个DNA 鉴定结果是对被告有利的情况下啊，来判断是否要容许重新做这个鉴定。好，那我的报告就先到这边，谢谢。好，谢谢金孟华教授。我们接下来要请吴信颖律师，吴律师之后请苏有成律师，请准备。本律师是刚刚李君毅教授所提到李建明案的刑案辩护人，然后自始至终我都在辩护，充任他的辩护人。那么在星期五下午已经下班以后，接到时代力量党团推荐我来对这个草案表示意见了。那么就花了几天思考，然后花了几天把它写成一个 paper， 然后在今天的44页以下通通都有。那如果说口头报告没有充分的地方的话，就请大家参考书面资料。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啊，如果一个关键的目击证人看到一个行凶的过程，然后可以指出一个这个行凶者这个身影，那么而且关键的目击证人讲说，我那时候很清醒，我深更半夜睡不着，都在看电视啊，还在看电视啊。但是法官最后写出来的判决书是说，因为关键证人是在睡觉，他突然被惊醒，所以他讲的话不可采信。那个这样的司法判决品质，各位可以服气吗？这个李建明确定判决的采证就是这样采证的，这个我想任何人都不会服气啊。所以说，判决确定以后，本律师还是为他在想尽办法，为了帮他翻案，所以最后建议他说，我们去申请一次再审。所以说，被告家属转向检察总长，请求检察总长协助，然后申请再审。那么他很幸运碰到一个比较好检察官，愿意帮他申请再审，所以他最后还在这短短几年就已经走出仙女。那么所以说，本律师是原则上是支持这个草案的条例草案的订定。那么但是对于这个条例草案，本律师有一些意见呢，在书面报告里面都有。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他条例草案里面讲说是进行了，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如果仔细看一下美国那个 Innocent Project 无辜者计划里面，他有很多案例里面是没有做过 DNA 鉴定的，所以说他这个时候去进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参考一下日本的足立事件，或是台湾比较有名的那个陈龙吉案，或是我办吕建明案，他们都是有进行过DNA 的鉴定，但是他这个鉴定技术是可能是比较老旧的，然后依照新的技术可以推翻掉。如果说条例草案只讲进行的话，这个范围可能太狭隘了。第二个我的疑虑是说，这个合理相信呢，刚刚有教授也提到说合理相信应该怎么运作问题。那我在这个 paper 里面，这个文件里面有提出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所谓的 probable cause， 也就是可以翻译成是相当理由或正当理由。那这个是一个美国联邦宪法第四条修正案里面法官核发一个搜索票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比较严格的。那么在这个由于这个标准是比较严格的，所以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个纽泽西州对抗这个 TL 案子里面呢，他这个提出了另外一个比较宽松的标准，就是个 reasonable grounds for suspecting， 说可以翻译成合理的理由来怀疑啊。在这个 TL 判决以后呢，这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呢，这个支持了很多我们最近这几天呢，在讨论一个问题啊，可不可以对这个什么人可以对什么人或对什么样的团体验尿？那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个 TL 判决以后，他支持的是对特定团体或是特定人的验尿一个行为，所以说他并没有支持一个对一个全面性的一个验尿。所以说你要对学生做一个全面性的验尿，这是在美国法还是不可想象的。然后新政府在这个几天上台以后，突然提出一个要对一个学生全面一个验尿，这个本律师是认为说这是不可思议的。那我们根据这个美国联邦最高人在纽泽西州对 TL 的判决里面，他这个提出一个比较宽松的原则，就是说合理的理由，我们只要合理的理由怀疑的话，是原则上是可以
容许对这个在对特定的人或特定的团体进行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搜索。那么本律师呢也参考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呢在2013年呢在一个蚂蚁兰州对抗金的案子里面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说这个体染色体这个目前的这个鉴定技术啊，它已经可以确信可以鉴别人的态度，它英文说 near certainty to identify a person。 所以说在这个标准里面，我们认为说现在的体染色体的 DNA 技术几乎已经达到说我目前看到资料说最保守的估计是说51分之1、啊、就说50亿人可能只有一个人会有 DNA 相信，也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全世界世界上大概除了同卵双胞胎以外没有一个人的体染色体是应该是相同的。所以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在这个2013年金判决里面已经认定说这个 DNA 技术已经达到可以确信辨别人的态度，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证据。那么其他的譬如说吕建明或是陈荣基最近所用的 YSTR,Y 染色体的这个鉴定技术里面，它这个技术也有显著的进步。所以说我们可宁愿可以从这个 DNA 的技术里面呢，可以这个已经可以几乎可以确定人的技术里面可以相信这个技术，也不要相信一个法官会看走眼的。因为法官看走眼的话，明明证人讲说我在看电视啊，我清醒得很啊，但法官还可以把它写成说证人睡着了，所以他突然被惊醒，他所讲的话不可采信。我们宁愿用客观的证据取代法官一个可能一个错误的解读，或是他看对证据资料看走眼。所以说本律师支持这个草案的这个草案的订定，而且本律师认为说这个草案的这个合理相信呢，不应该是如果要操作上面应该是采用一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个纽泽西州对抗 TLO 判决里面，所以他所谓的合理的理由来怀疑。我们只要合理的理由来怀疑说这个 DNA 的鉴定可以推翻一个有罪判决，那无辜者可以重生的话，所以说应该采用这个标准。所以说本律师在这个 paper 里面，这个书面报告里面的46有提出一个修正，就是说认为说这个草案的第二条的前段应该可以把它修正成有罪判决确定以后，那我参考一个刑事诉讼122条第二项的用语，把它变成说有罪判决确定后，已有合理的理由可信进行。那不止只要进行啊，如果有人曾经进行过以后呢，那我所以说除了进行以外，我还可以重启去氧核糖核酸鉴定之结果。那么下面就是根据原来的条文一样，可作为刑事诉讼第420条第一项第六款之新事实或新证据，在申请本案相关人之深入检体进行去氧核糖核糖之鉴定。那所以说这样的话，这个应该可以让这个条例也会变得比较有宽松适用，然后让更多无辜者在求助无门的时候，他至少有一个方法哦，可以找到他一条生路。那以上是本律师的报告，谢谢。好，谢谢吴律师。好，我们接下来请苏有成律师，苏律师之后请李荣根教授，请准备。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在场的各位先进，个人针对今天的公听会啊，提供了一份书面呢，附在这个我们今天的手册39到41页，那么请大家指教。那么在这里我有一些口头的补充啊，那我想最近我看了一本由美国维吉尼亚州法学院布兰登可雷特的一个一本书，就路人辨被告。那么这本书里头有一个章节叫成员招选，
对我来说也是有相当的启发。那么书中有一句话可以当作今天推动这个法案的一个很好的视角，他说越南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有多少冤判，但没有人可以去忽略这个冤案悲剧所带给我们的教训。因此美国无辜的计划在1990年创立以后，从1992年一直到现在，为什么已经获得了341件的冤案的平反，那么中间有147件这个发现了真正的行为人，也因为有这样一个辉煌的成功的一个这个成绩出现，现在美国包括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政府还有18州都通过了定罪后 DNA 鉴定的权利法令，那么保障对应罪后 DNA 鉴定的权利，那么引申来讲它就是一个主张无辜的权利，那也就是刚才我们李教授所提的，它不是一个特权，它是一个人权。那么这个人权就是无罪的主张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申请人基于清白的事实有权重新受审。我想我个人基于这种理念还有美国这个所宣示的一个基本人权的主张啊，我认为今天推动这个刑事案件判决后这个去氧核桃核酸的这个鉴定草案，我个人非常赞同。那么当然今天所提到的法案呢、或许还有一些可以斟酌的地方，不过我要强调的就是一个冤案的造成啊，事实上涉及到从原始的承办办案单位一直到检察官侦查法官的审判以及律师的辩护，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所谓科学见识的补充强化，那么也因为科学见识有可能发生错误，江国庆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苏建和案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那么也因为有了错误鉴定，强化了所谓自白的所谓真实性或是可信性，结果呢江国庆冤判冤死了一条人命，施建和三个人也差一点这个送进了鬼门关，所以我想相信科学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呢完全接受那是有问题，包括以前在案件确定之前做过 DNA 的鉴定，结果错了以后如果不容许他再来一次的鉴定，那这个错就尘缘莫白了。所以我想既然这个所谓冤案的造成是涉及各环节的责任，今天我刚才听了我们司法院副厅长一番说辞，原则上他是赞成这个草案的订定，但是呢他既然说是检察官他有的客观的义务保存证据还有法官没有收集证据的义务，这几点呢认为以这个法院来受理这种 DNA 鉴定的申请似乎找错了对象，但是在我看来如果说第二条有过有做一个修正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参照吕建明的案件，他是在陈龙奇的案件，他是在律师申请这个申请再审，然后呢承办的法官他跳脱旧有的那个再审审查的框架，直接就进行证据的调查证据的搜证，然后才会有所谓新的鉴定DNA 鉴定出来，然后再裁定开始再审。所以今天如果说没有一个所谓本体的诉讼，那直接就赋予法官
说要你就这个做一个独立的说证，取得了新证据，然后再来申请啊再审。我想这个是有一点跳跃了，所以我想如果这个第二条能够做适度的修改，那也就是在申请再审，提起再审，那么这个申请人可以依照这个草案规定来申请为 DNA 的一个再鉴定。我想有一个本体诉讼在那里，那就不会说法官说哎，我不负这个收集证据的这个义务，推给检察官。我想刚才我们邢次长也提到了他们不反对这个立法，所以为了要平缓一个冤案，一个冤案的形成是多重的原因这个铸造而成的，所以我想对这个案件啊，对这个草案，我想大家呢不要推迟，如果使他做速度修改，然后法院进来，检察官也进来，所以申请的管道应该开辟为双轨，可以向法院申请，但是前提他必须要申请再审，然后再附带来做要求 DNA 的鉴定。当然这个时候法院依职权可以调取这个原来保管的检体来做嘱托这个鉴定。那我想有这个引渡的话，司法院没有理由说哎，我没有调查收证的义务，然后推给检察官。那检察官我想这个这种工作是不能推掉的，要主动的能够这个积极的去收集有利于这个受判决人的一个相关的证据。因为毕竟申请再审啊，虽然目前的门槛已经放宽，适用范围也加大了，但是呢要取得新证据是很不容易的。刚好美国的无辜计划有这么样一个新的机制，能够透过再奠定而获得这个足以推翻原来确定有罪判决的一个途径啊。我想大家不要放弃，能够放开心胸来接受这一种法案的精神，然后共同打造一个比较符合我们现在国情的需要，以及这个配合现在的美国的这种这个先进的技术的引进。所以虽然德国没有，日本没有，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他们两国没有而忽略了这个美国有的这一则新的技术可以推翻这个有罪的判决，来寻找这个无辜的一个结论。所以我想很感谢这个我们提案委员还有我们大院能够接受这个草案举行这个公听会。那么个人过去办这个冤案的救援呢、可以说遭受非常的挫折，最后终也有了一个结果。当我们发现如果国家能付给这个救援冤案比较宽的门槛，比较有效的这个途径这个对大国人来讲，特别是有罪而是无辜的被告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音。所以我赞成这个法案，但是呢能够做适度的修改这个成就这一件美事。好，谢谢各位。好，谢谢苏有成律师。我们接下来请台北大学法律学系李荣根教授，那么之后请蔡坤周律师，请准备。在场各位先进，我就针对今天的提纲，提出一些我自己在思索跟研究之后的一些想法，提供给委员会跟主管机关来参考。第一个是现行制度的欠缺，现行制度对于判决之后申请再审的人是没有任何的证据调查的规定的。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是因为第一个420条以下的再审的规定没有类似的规定。那这个时候唯一的可能就是回到总则性的规定去处理。那总则性的规定里面处理的话，我们163条虽然有规定说当事人可以申请调查证据，但是在
判决确定之后已经就没有当事人了，那个时候的名词已经变成是受判决人，所以那个时候163条可不可以直接拿进来适用，是有适用上的一个问题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也有可能可以来处理的，就是用裁定，因为在再审的开启与否，法院是用裁定做准驳。那虽然说我们在222条当中有规定说，裁定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来调查，可以调查事实，但是这个条文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第一个，在有必要时可以裁定，在有法院在裁定之前有必要时可以调查事实。我们条文当中只有调查事实的规定，可是 DNA 这个东西重新送验等等的，这个是不是属于事实？这个在法院过往的立场上面一直有所争执。也就是说，我们的法院目前为止一直在争执，一直在纠葛一件事情，就是证据跟事实是不是同一件事情？我们会不会说证据其实就是事实，或者说证据归证据，事实归事实？事实是证据所认定出来的，事实不是证据。如果我们继续纠葛的这个点，而在法条上面或在实务运作上面没有一个有所区隔的话，那么法院虽然得调查事实，可是还是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可不可以调查这个证据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要件，就是标准的问题。222条是规定说，只有规定到一个在有必要时得调查证据。那换言之，调查证据的标准就是必要，可是有没有必要呢？这个必要的标准是非常非常非常模糊的。那所以以至于我们如果把要不要再一次送鉴定，可不可以开启调查证据这个东西，回归到222条来做处理的话，那么它的标准会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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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明确。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草案有制定的这个必要，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在实务上面可供操作的标准。它在于哪一些能够申请调查证据，申请调查证据的标准，以及能够申请调查什么证据，都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规范之后，让法院在实务的运作上面 有所依循。这是现行法制的欠缺的部分，也就是 也因此这个法案有制定的必要。第二个是为什么我们单挑 DNA 呢？刚刚在李俊毅李老师已经 提供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外国的制度已经实务上运作了。我再强调一次的事情是 ，DNA 它的准确率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Innocent Project 它在制定的时候，目的是要救援无辜者。可是 Innocent Project 在美国的 Innocent Project 它锁定的非常非常紧，也就是说，它只处理跟 DNA 有关的。那为什么只处理跟 DNA 有关的呢？因为 DNA 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它的准确率极高。因为准确率极高的缘故，所以它救援的成本会比较低。第二个比较不会有救错人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平反越狱的时候，我们也很担心救错人，因为一旦救错人就完了，它是一个双重的伤害。因为 DNA 的关系，我们在国内已经有救援的成功非常非常多的个案，比如说不是很多，对不起，救援的几个个案，譬如说像陈龙奇、像吕建明，都是因为 DNA 的关系而这个平反的。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在因为已经有成功的个案过，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时候与把这个 DNA 的检验予以法制化，已经到了它的成熟的时机了。第三个我要回应的事情是，应该是由谁来主管这个法案？我个人认为由法院来做这个工作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刑事诉讼的程序当中，虽然我们有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跟你讲说检察官虽然我们第二条规定实施刑事诉讼的公务员对于被告利与不利的事项应该一律注意，可是第一个我想要强调的事情是，那个法条写的是实施刑事诉讼的公务员，那个法条不是写检察官。换言之，举凡所有实施刑事诉讼的公务员都应该对于被告利与不利一律注意。因为如果那个法条我们如果把那个法条不看清楚他写的是实施刑事诉讼公务员的话，那么我们会很容易跳到一个结论，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都是每一个都是 客观中立的，警察也是，调查局也是，宪兵也是，检察官也是，法院也是，那不是在特别在规定检察官一个人的工作。所以特别我们会强调的事情是法院在这个审判整个审判过程当中的中立跟客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搜索票是向法院申请，我们的搜索票向法院申请，我们的羁押与否是向法院申请，这些东西都是由法院来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法官从侦查到审判当中，他因为不涉及到案件成败的影响，他没有案件成败，他没有追诉犯罪的问题，他就是单纯站在一个中立客观的仲裁的角色。所以法院最适合来做这个工作，他最适合来判断说这个证据适不适合
这个 DNA 证据是不是再一次来开启？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是因为为什么不适合由检察官来做？并不是因为不相信检察官，而是因为这个检察官是当初认为这个证据可用而起诉这个被告之人，上了法庭之后，他请求法院做成的是有罪判决，最终这个判决获得了一个他要求法院所做成的判决，也就是有罪判决。在这个一连串的过程当中，检察官都是朝向一个希望法院预知被告有罪判决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终于获得一个有罪判决，而且确定了。然后我们期待这个检察官说，请你再把这个案 DNA 再送一次鉴定，因为这个被告可能是无辜的。这样子的要求对于检察官而言，是不是一个超乎人性的一个要求？这个可能是在制定这个案子的时候可以再多所斟酌的。再来，我非常非常佩服的是，司法院不断的强调，就是在人权公约当中所强调的公平法院这个概念。正因为我们要求法院是一个公平法院，所以在这个时候让法院来做这个工作，来裁决这个 DNA 有开启证据的必要，是更可以彰显我们的法院作为一个遵守两公约的一个公平法院的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就主管机关而言，我认为比较适合的角色应该是要由检察官应该要由法院来做这个工作。再来就是 DNA 的简体跟保存。DNA 的简体跟保存这件事情，在我们实务运作上面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初草案的制定当中，我不是很确定为什么我们没把这个我们不是很确定这个东西已经涉及到了，可能不是单单的 DNA 本身的问题，而是在刑事诉讼程序当中，我们应该要对于一个证据的采集、证据的保管、证据的整个处理的流程，应该要有一个完整的规范，不是单单 DNA 需要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实务上已经产生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冤案。很非常多的案件，在争执有罪跟无罪的时候，我们去调取这个证据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证据不见了。我们想要确定这个枪支子弹是不是这个枪支打出来的，子弹还在，但枪支不见了。这时候你根本无从比对，类似的案子层出不穷。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个人的建议是，提纲当中有提到，就是说简体跟相关证据保存的问题，这可能不是 DNA 需要保存而已，而是举凡在刑事案件当中，我们刑事诉讼程序当中应该要有到完整的规范，去规范从证据现场的证据的采集到证据的保管，以及证据的整个的保管链，也就是美国的那个chain of custody 那个证据的保管链。因为如果没有那个保管链的话，律师如果知道有这个问题了，他去挑战这个证据的保管之后，证据是不是被污染过？哪些人碰过这个证据？哪些人处理过这个证据？我们 DNA 我们的这个简体的应该保存到多少的量？我们都没有任何的规范，以至于我们采取到证据之后，我们要保存多久？这个都会出现问题。出现问题之后，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于那个有罪判决或是最后那个判决的那个公正性，我们会不会产生影响？第二个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要需要重启开始这个案件的时候，我们可能根本找不到这个证据。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变成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被告说我是无罪的，不信你验证据。法院说检察官跟检察官说我们已经判决了。那好吧，证据拿出来再看一次啊，证据在哪里？证据不见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会马上出现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可能不是 DNA 的问题，而是我们刑事诉讼法当中应该有这样一个制度，就是证据的保存。可是很可惜的事情是，这套制度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任何一个法条在规范证据的保管跟证据的保存。这个东西是不管是在 DNA 或是其他证据里面，其他证据都应该要赶快的制定相关的东西，来确保我们证据、我们的判决，不管是有罪或无罪，它的那个公正性跟它的对外的可征信的这个程度。那这个是以上是我想要提出来给这个贵院这个委员会跟主管机关所参考的，就是 DNA 的这个制度的 DNA 的再一次的验证的这个制度，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时间已经是到了时间点，已经是个成熟时间点了。尤其是在我们已经有好几个有罪判决已经经由这个制度来获得平反的。那我想要说的事情是，这几个案件，陈龙奇或是吕俊明能够获得平反，真的是他们运气好。他们真的碰到一个愿意帮他们送鉴定的法官，他们 碰到一个愿意帮他们送鉴定的检察官。可是我想要说的事情是，这两个案子绝对不会只是个案。我们不能够再只靠着检察官或者是法院的良心，或者靠着他们对于一个个案的特别的一个想法来救济这个冤案。救济的冤案应该要有一个完整的配套的措施来救济普遍的冤案的普遍的冤案。这是我的以上的发言，谢谢。
谢谢台北大学法律系的李荣根教授。我们接下来请众律国际法律事务所蔡坤周律师。蔡律师之后，请中央警察大学的廖友禄教授请准备。那蔡律师发言之后，我们休息五分钟。主席，还有各位委员，还有各位这个法界的这个，还有就犯罪学界的各位先进，大家好。那个，不好意思，下一张。那今天很荣幸到这边来参加这个我自己叫他做 DNA 鉴定的再审的特别立法哈，因为这样子可能比较顺口一点这样子。不过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经历，其实我是一个商务律师。那刚其实在下面的时候，另外一位律师有问我说，那为什么我今天来这边参加这个公听会？那我想说，今天大院邀请我来的目的，我想很可能是希望就是说，希望可以听听从一般人的观点，或者是一个有一些法律知识的一般人的观点来看，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立法的话，一般人的想法会是怎么样。那首先呢，就一个法律人，就一个律师，跟就一个一般民众的观点来说，那如果有这样的新的立法跟这样新的技术可以减少冤案的发生，那当然是非常的支持。好，下一张。可是呢，就一个不是以刑事案件为主的一个律师的观察来说呢，其实从这个条文，单纯从这个条文来看呢，其实就像刚这个我们法律界的这个先进苏有成苏律师所讲的，其实在立法上面可能还有很多需要在更优化的一些地方在。那其实呢，很明显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呢，首先呢，我想最会发生争议的应该就是在第二条，它有一个申请门槛的所谓合理相信的这四个字的文意解释上面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问题。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问题哈。那我这边想要讲的反而是第二个，我觉得在这个法律里面呢，主体的问题可能更严重。首先呢，什么样的人他有权利可以申请呢？那刚很多教授有提到，因为这个特别条例它的目的是在于就是说防止跟减少冤案的发生哈，所以理论上它不应该有任何对于这个主体上面的限制哈。但是事实上呢，依据目前呢台湾这个 DNA 采样的这个规定，目前只有针对所谓的重大暴力型犯罪，我们才会进行 DNA 采样。那在于就是说，我们要如果要以 DNA 的重新鉴定作为再审理由的话，如果你当初在搜证的时候，特别在现场搜证的时候，就没有针对 DNA 来进行采集的话，那事实上的在这后面执行的情形就会变成只有少数特殊的重大暴力犯罪的这个犯罪的嫌疑人或被告，他才有这样的资格或这样的权利可以主张要以 DNA 鉴定作为再审理由。那这个我们后面会提到，就是说是不是在整个法制上面会需要一个更重大的一个变革。那另外一个程序发动主体，我这边这边是比较少人提到的，因为其实在法条上面完全没有规定这一点，但是其实在实际运作上面完全可以想象到，就是说这些被已经在执行当中哈，甚至等待被执行的这一些确定判决的被告，他们本身我相信只有非常少非常少的人他有那个能力可以自己去发动这个程序。那他原则上他必须要透过律师啊，特别是对于刑事案件有特殊专长的律师才有可能去发动这个程序。那这样的资源从哪边来呢？那刚有人刚有学者有提到，就是说先前有两位被告非常幸运，因为法官同意开启再审。但是更多的情况，我相信就是说可能我们会需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 NGO 或者是一个律师专业团体来帮忙做这件事情。但是这边又会发生一个争议，在于我们的条文的第六条这边有提到说，如果是符合刑事诉讼法第31条所谓强制辩护案件的时候呢，他可以申请强制辩护律师。那这边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目前其实强制辩护案件原则上都是由法律辅助基金会来主导。那是不是变成就是说到时候会由谁来决定
哪些被告或哪些这个犯罪嫌疑人他是值得被救援的，那这个被决定的这个权利是不是就会到法服基金会的手上？而且大家不要忘记，法服基金会它是司法院所监管的。好，那另外一个的话，司法人员他本身他有没有办法，有没有这个权利来要求以这个 DNA 鉴定进行再审的这个理由，在这个条文里面其实没有看到啊。那但刚有很多先进有提到，依照目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话，其实应该是有这样的机会的。但是，大家也知道，我刑事诉讼法关于再审的规定其实非常的严苛哈。那这是为什么我们会支持说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立法的原因在。所以我个人会认为说，在后续立法的部分的话，关于程序发动主体的部分，是不是可能考量，多增加一些可能的资源在这上面哈？可能包括甚至检察官或者是检警单位，甚至是法官，他可能都有，等于是扩大发动这个程序的主体这样子。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谁来做判断呢？因为依据这个第二条的规定的话，它是作为一个再审的理由，所以似乎是又回到法院的手上。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因为 DNA 它是一个所谓科学证据，所以决定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构成一个所谓刑事证这样的一个决定权利，它其实是一个，至少在我们想象里面，它是一个科学而且客观的一个结果。所以判断的主体不见得是在法官身上。那在这方面，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在法条上面做一个更明确的规定？就是说，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被认定说它已经构成一个新事实、新证据，而不是又回到就是说，由法院那边来做一个似乎不是那么明确的判断。那我觉得这个案子其实最大的一个争议点，刚刚其实很多先进都有提到，到底应该由谁来担任主管机关？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法条视为它是一个刑事诉讼法的一个特别规定，那似乎应该回归到司法院，因为它毕竟是审判程序的一部分。但是事实上呢，司法院它没有能力处理 DNA 鉴定。事实上在台湾呢，关于 DNA 更重要的一个条例呢是 DNA 采集条例，那它规定的主管机关是内政部。但是大家也不要忘记，DNA 它涉及个人的隐私，那目前台湾关于个人资料保护其实它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那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可以请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就是说在于这个技术层面的部分呢，是不是呢由这个内政部警政署或者是呢法务部担任这个 DNA 采集鉴定跟这个资料库保管的主管机关。那至于这个回归到这个司法审判的话，当然是由司法院担任主管机关。所以我会认为说，这个条例如果说要能够实务上真正运行的话，其实是需要至少司法院跟法务部共同来管理这样子的 DNA 的鉴定的一个程序。下一页，不好意思，下一页，对，上一页，不好意思。好，那我这边要提到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在，就是说，在二十年前我们刚进大学学刑事诉讼法的时候，其实有提到一个东西叫证据之王，那个自白。那事实上，在二十年前的时候，台湾因为自白的冤案哈，或者是错判的情况，那个时候引起非常大的讨论。所以大家在二十年前，我们在刚进大学学刑事诉讼法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针对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修正，就是针对自白，因为自白在过去的刑事诉讼里面太重要了，几乎你只要有自白就可以完全定罪。那现在呢，在 DNA 鉴定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一个绝对的再审的理由之后呢， DNA 鉴定它会不会变成一个新的证据之王？好，那目前跟 DNA 鉴定相关的法律呢，除了这个新的这个DNA 鉴定的这个再审的条例之外呢，原本刑事诉讼法的再审的规定本来就可以适用。那更重要的是呢，目前已经运作了将近二十年的 DNA 采样条例跟它的子法。好，那如果说 DNA 变成一个绝对性的一个证据，那之后所有的侦查方向跟侦查方法是不是要随着改变？那目前我们的法律制度呢，包括刑事诉讼法，是不是需要做一个大规模的调整跟配合，避免当年自白的那种情况，以自白作为一个绝对而唯一的一个证据的情况，在 DNA 发生同样的弊病。好，下一页。好，
那这边稍微介绍一下 DNA 裁量条例，那它是大概在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通过的。那在这个裁量条例之下呢，内政部呢，它又通过了很多的相关执法，包括呢施行条例、采集准则以及这个样本跟记录的监督管理办法。那我这边想要提一点，就是说为什么特别把它列出来呢？因为如果未来 DNA 鉴定呢是刑事案件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绝对性的证据的话，那特别它又涉及非常重要的个人隐私，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法律的位阶其实是远远不足以保护人民的。那我会认为说像这些相关的执法可能都要考虑要用法律的层面才能足以保护。那刚刚也有提到主管机关，目前其实是内政部，那下面的警政署的下面的刑事警察局在管理台湾的 DNA 资料库，那这样的层级是不是足够，其实我觉得大院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虽然说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DNA 作为一个再审理由，重点是避免冤罪，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 DNA 它在证据上面的地位被提到这么高的地位的话，那未来其实一定会有提议要建立全国性的 DNA 资料库。那 DNA 资料库的建立其实它就会涉及更多的法律的问题啊。那这个是其实我们在今天透过这个立法的话，其实它只是会一个开端而已，那未来整体的 DNA 相关法制的建立可能也需要大院的各位委员再用心。那下一页，好，那我这边只简短的提一下个人资料保护法。那相较于刑事案件，这个个人资料保护法反而是我们在商务上面常常会接触到跟使用到的一些法律。那其实它里面它已经明定的关于基因，就是 DNA 的部分，其实它也属于个人资料保护里面的一部分，而且它是所谓的敏感资料，所以它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它才能够被收集跟使用。那第一个当然是法律明文规定，那另外呢，如果说你是基于一些犯罪预防的方的目的要来使用这个关于 DNA 的个人资料的话，你必须要有匿名化的一些相关的处理。但是这边有一个特殊的例外规定，而且有可能是变成之后的一个弊病，就在于所谓书面同意的部分。因为这个就回到刚刚我们对于自白的那个自白的一个可能的流弊，因为其实过去最常发生的就是因为当事人同意而进行的同意搜索，或因为当事人同意而进行的不当讯问。那之后有没有可能因为当事人同意而进行的不当的基因的搜集跟不当的这个采证，那这个可能是之后我们在整个刑事诉讼法都要进行检讨的。下一页。好，那因为这个在这边我算应该是大家的后辈这样子，所以我这边结论我只提非常非常简短。那我个人是认为说，第一个当然是支持这样子的 DNA 鉴定作为一个再审的理由，只是整个法制化可能还有很多细节，特别是在流程的部分，因为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说整个，因为它如果是作为一个刑事诉讼法的一部分的话，它在程序法上面的考量，似乎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那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今天如果通过这个法令的话，在 DNA 鉴定在法律上面被提到这么高的位阶的话，那之后呢，关于 DNA 的资料库的建立或资料 DNA 搜证的话，一定会变成整个刑事案件的在侦查跟审理上面的主流。那之后有很多法制，包括跟隐私权的，包括这个 DNA 资料库的一些问题，可能都需要再进行检讨。那我这边最后要提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在讨论冤罪跟这个 DNA 鉴定，重点都是在于说他们其实是一个整体司法改革的一部分。那刚刚很多先进，包括这个议案也提到这个美国的 Innocent Project， 我觉得它的重点与其说它是善于利用 DNA 鉴定，倒不如就是说我看起来它的重点其实在于就是说它作为一个推动司法改革的一个民间机构它的重要性。那我认为就是说大家在思考 DNA 的重要性的另外一个部分，其实应该要去思考台湾司法改革是不是需要类似像这样子的有力的 NGO 的机构，或者是由国家资助的基金会来进行。谢谢。好，谢谢蔡坤周律师。我们现在休息五分钟之后，
我们会请中央大学的廖友禄教授发言。现在休息五分钟，谢谢。所以我就会一直跑过来。因为我就看到这两天看他的心情怎么样，然后也跟我说，他说你现在是40几岁，但是说过之后。
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各位请就坐。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中央警察大学刑事警察系的廖友禄教授发言。下一位，请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叶玉兰秘书长，请准备。好，谢谢。主席啊，各位委员啊，在座各位先进啊，各机关代表啊，大家早。很荣幸可以应邀来参加这个公听会啊。那刚刚在这边听到蛮多先进的一些发言啊，那个获益匪浅啊。其实我以前并没有非常关注这个议题啊，接到这个公听会的这个邀请之后啊，我把那个资料哈、啊、详细检视了一下哈、啊，其实有一些这个蛮值得参考的地方哈、啊。那我有个书面资料在那个我们的那个资料里面的38页啊，请各位参考哈、啊。那我就这个书面的资料简单的宣读哈、啊。这个草案就是要针对刑事案件的这个判决确定后哈，因为很多 DNA 鉴定技术哈，像刚才的报告的发展哈，发展一些新的技术哈。那刚刚也介绍一下国外哈，尤其像美国哈，它有很多因为这样子哈，然后定罪的案件因为这样子平反。那刚刚也有我们在这边也提到很蛮国内有几件哈案件哈，因为司法机关的重新嘱托鉴定而改判无罪哈。啊，当然这个技术是可以发挥它协助我们查明真相、救济无辜之功效哦。不过刚刚大概我们主要的探讨的一个焦点，就是因为过去的几个重新鉴定的这个案件，都是因为司法机关来重新嘱托。那可是最主要的这个当事人，因为案件确定以后，判决确定以后，其实他是比较没有管道来申请做这个鉴定。那如果没有办法申请，他如何去进行后续的这个再审？哦，如果因为没有新事实、新证据，所以他后面的这个程序就没办法重启哈、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草案哈、哦，主要是开启了这个门了、啊、哈、哦，让这个受判决人哈、哦、遭到有罪判决确定以后，可以哈、哦、这个自行申请重新鉴定，然后来发现这个新的事实、新的证据来提起再审。那所以哈、哦，这个我们这个草案的这个第四条就增列当事人等哈、哦，那参考那个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哈、哦，可以提及申请哈、哦，然后就相关的生物检体进行鉴定啊、哦，应该可以补足这一方面哈、哦，这个法制上面的一个缺漏哈、哦，啊，所以就这一点来看哈、哦，这个草案是其实相当有意义的啊、哦。那可是刚刚我们也一直在提到说。很多专家也提到说啊，因为有这个我们要救济这个冤狱哦，所以我们尽量那个条件要宽松一点哦。这个方向我是觉得是正确的，可是哈、哦，也很怕会有个状况，就是任何的这个受判决人哈、哦，都想要去翻案哈、哦，难免会造成这个腐烂申请的情况哦。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审慎考虑的哈、哦。那当然我觉得这个草案里面呢比较这个令人敬佩的是这个里面他对于这个部分程序上哈、哦、做了一些很缜密的一些思考哈、哦。就是除了当事人哈、哦、依照第五条哈、哦、这个需要这个提出书状叙明具体理由以后哈、哦、然后这个法院认为有必要会进行相关的调查哈、哦、这个在定在这个第七条里面。然后来查明、啊、他所提出的这个申请的理由是不是合于、啊、第二条的这个合理、哦、那如果没有这个正当理由的话，然后得裁定驳回、啊、这个在第八条也有做这个律定、哦、那不过我仔细的看了一下，有一个会发生的情况是、哦、如果这个申请、啊、遭到驳回以后，那是不是可以再行申请哈，这个草案里面似乎是还没有去考虑到这一块哈。那这个是可能将来在这个审查的时候，可以再去思考这个问题哈。那另外我审视了一下这个草案的里面的一些相关的程序规定哈，包括第三条哈，管辖法院
这个法官回避哈。当然，刚才有一个争议，就是到底是由这个法院或者是地检署哈，这个可能还有一些讨论的空间哈。那另外，这个第六条也提到这个要这个律师协助哈。哦，那因为这个受判决人恐怕这种机会是比较少的哈。那也有第七条的这个听审程序哈，跟这个第八条的这个裁定程序哈。所以我大概仔细的看一下这个草案呢，规定的相当的完整哈，完备跟周延哈，这个在我们国家来看是相当进步的这个立法力哈。那另外刚刚有很多先进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证据的保存哈。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这 DNA 的这个采样条例第十一条已经有规定哈，主管机关对于取得被告的或者经司法警察机关移送的犯罪嫌疑人之 DNA 这个样本，应妥为储存并建立记录及资料库哈。那另外第十二条哈，也规定哈，这个采样储存之 DNA 的样本记录哈，前者应该保存十年，后者应该保存至这个被强案死后十年哈，已有规范哈。那当然，刚刚也有一些专家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可能现场采集的这个证据哈，并没有在里面哈。那将来在这个在鉴定的时候会遇到问题哈。不过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草案的问题，因为这个草案里面就定在第一条第二项是，本条例未规定者适用其他法律之规定哦，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疑义，其实是应该就回到各个相关法律哈，比如说刚刚讲的 DNA 的采样条例去思考哈，这个要去储存哈，要去采集的这样本哈，这个范围跟它的那个时间哈啊，因为不可能所有的这个条例哈，这些草案都要去考虑所有各方面方方面面的这个层面，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啊。这个所以可以采集这个第一条第二项的这个精神哈，然后再去检讨各个这个法规哈里面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哈。那这个是以上是我简单的对这个草案的一些回应哈跟说明啊。以上报告。好。我们感谢中央警察大学刑事警察系的廖友禄教授。我们下一位请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叶玉兰秘书长，然后请欧阳红律师请准备。主席，在场的各位委员以及各位先进，大家早。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案子的提案委员呢，我看顾委员、尤委员都在啊，我觉得这个立法啊，我觉得是一个符合我们现在保障人权的一个潮流，然后也因为我们现在条件已经相当成熟了啊，最主要的是我们看到目前我们在台湾，尤其在警察大学的建制学系是在民国79年就开始了。78年开始招生，那么刑事局的 DNA 实验室是在民国82年1993年就成立了，所以我们自己本土训练的，而且经过国际认证的，这方面的建制人力是够的，所以我们才可以说这个条例如果能够通过的时候，在执行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很希望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条例的时候，在立法的时候也能够做一些考量，是在从未来在实施的时候有没有办法避免前面几位先进所谈到了过去的有一些教训哈。比如说其实我们刚刚听到李俊毅教授有提到从江国庆案的冤狱，或者是其他几位先进所辩护的一些案例来看的话，我们未来这个 DNA 的采样这个鉴定啊，当然不可能是只是在我刚刚所提的刑事局的 DNA 实验室，还是会有国内还是有其他的鉴识机构可以处理。那么这些实验室的如何去做品质控管，它的认证啊，
再认证等等，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们在这个条例在订定的时候可以去思考的。第二个是大家刚刚都有提到这个美国在做这个Innocent Project 啊，这 Innocent Project 当然我们都说了它已经有300多个案子已经证明经过这个 Innocent Project 去证明它是无辜的。可是我们如果去详细的去分类的话，这 Innocent Project 在全美啊，他们真正发挥效果的啊，其实也还是有几个主流的案件，比如说杀人 homicide， 或者是sexual assault 哈，就是 rape， 就是性侵害的案件呢。因此，我们在订定这个就是刑事案件确定。判刑确定后的一个再鉴定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去思考？要不要去思考？对于这个启动去申请的这个条件上面，除了一个刑期的长短之外，有没有案类的一个需要来先做一个设定？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思考？因为我们还是要有成本的考量了啊。因为据我了解，现在刑事局去做一个 DNA 的鉴定案件，成本是两万块台币啊。美国平均一个案子是5000到6000美金啊美元。那刚刚李俊毅教授也提了，在2017年之后，美国要采取的，因为他们的技术是不断的推陈出新啊。那这当然也是商业的考量，因为它只要一推陈出新之后，整个设备你可能就要跟着升级啊。那这些都是必须要去，我们现在就要未雨绸缪的啊。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条例通过之后，当然我们乐见这样子的技术不是只是放在犯罪侦查上面。甚至于还可以去保障无辜人的人权的。如果我们对于这个 DNA 的这个鉴定啊，在实施的时候，是不是对于某些案件可以特别的去重视它哈，让他们甚至于我们还可以主动告知，如果有新的一个技术出现的时候，还可以。可不可能有一个 flag 出来，然后去通知他们的原来的辩护律师等等，让他知道那原来可能有一些争议的，现在可能有一个什么新的技术可以出来。我觉得这是甚至于在我们订定这条例的时候可以去思考的啊。那么第三点是对于做这些鉴定的一个费用，你要如何去支应？如果说我到时候这个受理的机关，我现在我们还是没有搞清楚，到最后是向法院申请呢，还是向这个检查系统来申请啊？不管是向谁申请，我们都会建议这部分的经费可能要分别哈，另外去编列啊，因为以目前我们警察机关呢。实在是不瞒各位说，虽然我们有很不错的这个鉴识人员呢、啊，这个在这方面的训练，我们非常能够抓紧啊。可是因为我们现在警察的这个刑事警察局，我猜他们也应该一样，都在内政部的体系之下，每一年大概这种费用，我听我的这个学生告诉我说。他们有时候连一些鉴识的一些耗材啊都没有办法去买，因为每一年就是固定的去砍15%、15%、15%这样子，逐年的去砍啊。那对于这么重要的有一些就这关系到一个人的清白与否的哈、啊、这样子的一个鉴定的费用，我会建议是不是能够仿照美国哈、啊？美国其实他们在司法国家司法研究院哈，他们
就是在这个Innocent Project 向下哈，他们就是编列专款哈，就是让这些人可以来申请，就是他的义务律师哈，或者是 NGO 可以向这个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啊，就是在这个 Innocent Project 下面就去申请这样的经费啊，可以来支应 DNA 的这个检验的费用。但是美国也注意到可能会有滥用的嫌疑啊，所以他们还是有一些州啊，因为他们就会定了，就是说他们即使是可以开放，就是让他们来申请这个检验的，但是他们对于如果我在定验之后你申请还要再重验这个 DNA 鉴定的结果，仍然维持原判决者，也就是说你根本就是来乱的啊，不是真正的 innocent 这样子的啊，他是定有相关的罚则啊，比如说这个 Missouri 啊，在密苏里州啊，他们是认为说 DNA 鉴定结果如果仍然支持受判决者有罪的话，要处以罚金或者是延长刑期啊，任何一个新的制度哈，在发动的时候，我们都是乐观其成的啊。可是我们现在我刚刚的这些建议，其实是希望我们在这个条例通过之后哈，能够让它在运作的时候更加的顺遂，而且不至于被滥用，不会排挤掉其他的在侦查犯罪上面的一些能量。谢谢各位。好，谢谢叶玉兰秘书长。我们接下来要请的是欧阳红律师。欧阳红律师之后，我们要请最后一位罗秉成律师，请准备。是，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在场各位先进，大家好。那今天有这个机会来报告有关于本人对刑事案件确定后劝和当事人条例鉴定草案的相关意见哈，倍感荣幸，因为毫无疑问的，我们绝对是在支持这样子一个条例草案，只不过针对细节性、技术性的一个部分啊，仅在此表示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上面一些意见哈。第一件事情，我们先看到是有关于第二条申请门槛的这个部分哈，文字上面写，目前为止草案是讲说有罪判决确定有合理相信点。好，可以进行相关一些这样子一个申请哈，所以第一个问题应该要涉及到的是这个什么叫做所谓的合理相信哈 ，OK， 刚刚在场各位先进也已经有报告过了哈，我们可以简单看再回顾一下刑事诉讼法的一些相关一些规定，譬如说像是在有关门槛部分，刑事诉讼法第228条所谈的是始出嫌疑，就是只有犯罪嫌疑者哈，检察官得应告诉告发自首其他情事而开启这样的侦查。那如果再往下面谈的话，我们可能会谈的是在刑事诉讼法第122条这边所谈的针对被告。搜索是在必要时进行相关性搜索，而对于第三人的话，就是在有关相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索，而在第101条则是所谓的有重大嫌疑的情况下的时候得进行这样子一个所谓的羁押微羁押之裁定哈 ，OK。那如果再往下面谈，就是如果整个程序里面进入到所谓审判阶段，那我们必须要透过刑诉法第251条所谓的针对被告族人有犯罪这个所谓的有罪判决之高度可能情况下的话进行相关一些起诉。所以目前为止，从刑诉法基本文字上面过来开始看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这边所说的合理相信，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要依循着过去法院针对刑讼法所进行的一些相关一些门槛，对于所谓的申请门槛这个地方做出认定的时候，所谓合理相信这件事情，恐怕会造成法院审查上面的这个困难。所以，有关于合理相信这个部分啊，恐怕不适合作为条文法条上文字用语。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参考的是美国刚刚像是其他学者先前都报告过的，到底为什么会使用合理相信这四个字，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在美国的各州的立法上面讲，它是使用所谓的 reasonable probability 或者是 reasonable likelihood， 它是从这个里面翻译过来的。可是无论今天是怎么样去进行翻译，它都不会把它翻译成所谓合理相信，因为类似前面所谈的 probability 或者是 likelihood 确实比较接近于像在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底下所谈的相当理由，就是 probable cause。 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谈所谓的嫌疑门槛的情况下的时候，如果我们必须要要求是要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基准来谈的时候，恐怕必须要去参考的是有关于相当理由的认定，而不是去使用所谓合理相信这个文字用语。好 ，OK，
OK， 那这个地方并且再补充说明，因为像是在当年释字第530号解时候，也就是曾经发生类似的问题哈。OK， 像是现在有关临检的时候，你可能会去使用所谓合理怀疑，可是释字530号解释却是使用了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用语，他说像这个是很明显是一个错误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哈，没有办法，可能就跟各位报告，就是有关于文字上面使用的话，首先你可能需要参考的是，是不是应该是使用像是相当理由这个部分去处理。所以第二个点我们要去处理的是，今天如果是使用类似这样的相当理由的情况底下的时候，那这到底是所谓的什么样子一个相当理由？这到底是谁的相当理由？或者是如果今天真的要用所谓文字上面的合理相信，那到底谁的合理相信？好 ，OK。那从第二条过来开始看的时候，文字上面它是写合理相信进行相关的一些的这个去 DNA 的鉴定结果。好 ，OK。那得申请就本案相关的生物检体进行缺氧核糖核酸鉴定。纯粹就文字上面开始看，似乎只是只要申请人有合理相信的话，就得申请。我们今天这个地方有关于冤罪的一相关的一些解救的情况下的时候，我们固然要去想办法，避免所谓的冤案、错案、假案，但是我们也不可能无限制的扩张所谓的 DNA 相关的一些鉴定的一个申请。所以今天在谈所谓合理相信的时候，法条上面文字这样子的用语，它的一个排列组合，很有可能会让我们误以为只要被告或者是我们今天所谈的受判决人有合理相信的时候就可以申请，那这很明显应该是一个错误文字解读。所以纯粹就立法条文文字上面来讲，请参考的应该是刑讼法第122条第二项这边所谈的，针对某件特定的一个物件，如果有相当理由可信为如何如何的时候才得申请。好，这个地方是文字上面来讲必须要去进行相关一些调整的。再来第三个点，那我们要再去谈的是到底要去合理相信什么样子的事情。好 ，OK， 因为今天如果我们用条文字上面讲的是合理相信 DNA 去氧核糖核酸鉴定之结果可作为如何如何之新事实或新证据化得申请，那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判断所谓的合理相信该鉴定之结果？因为你现在都还没有去申请，你怎么知道那个鉴定结果会出来是什么东西？你怎么让两造去进行相关一些辩论？而且甚至我们可以看到第八条里面有一个相关一些调查程序，那我们等一下，我等一下再去解释。所以今天在看所谓的合理相信，或者是美国法上面所谈的 reasonable probability， 或者是 reasonable likelihood 的时候，他们所强调是，只要你有相当理由，类似一个 probable cause 概念，相当理由认为某一个生物检体是存在而可作为所谓的 DNA 相关鉴定检测之用的情况下的时候，它就得申请，而不是针对所谓的鉴定之结果这件事情来把它当作一个所谓的申请门槛。所以今天我们在一开始看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一开始立法目的是只要让所谓的受判权有扩大这样子一个所谓的申请调查证据的一个机会，去厘清事实，并且让法官去理解他澄清物之所在情况下的时候，一开始不是针对鉴定之结果来去作为一个申请门槛的一个后续的一些条件，而是说你必须要把今天所谓的结果这个字替换成像是有关于只要有某些生物检体的一些存在的情况下的时候就应该要得申请，然后之后我们再谈的这一些下面一件事情是之后的一些限定条件问题啊。这件事情就涉及到一个状况，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条文字用语像第二条这样做的话，那我们到底要让法院怎么样去进行审查，这就是整个核心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今天我们第二条这样子规定申请门槛在这里的时候，那申请门槛有多高，那这就会涉及到法院的审查门槛有多高，也就是涉及到如果今天我们的第二条这个地方做出这样子一个相关性文字解释的时候，那到底法院他会开启这样子一个所谓调查程序，还是不会开启这样子一个调查程序。如果像我们刚刚所说，我们一个一个过来讲的话，第一个，你文字上使用合理相信，这是一个比较不明确的法律概念，法院过去应该是不会有这样的经验去做过相关认定，很有可能会流于字义，所以我不建议使用合理相信用语，而应该使用相当理由、可信为等等的一些相关用语。第二个，你不法院审查结果基本上讲不应该去处理到有关于 DNA 和血氧核糖酸鉴定之结果这件事情，因为这实在是没有办法让法院以之作为遵循，因为这基本上来讲恐怕法院也只能够在做所谓的流于字义的一个认定。第三件事情，有关于文字解上面所说的可作为刑事法第420条第一项第六款之新事实或新证据这句话，如果你把它当作申请门槛的话，那就会变成你未来法院也会用这个文字来进行相关审查。如果你用这句所谓的420条第一项第六款的新事实或新证据来作为审查的话，那
我必须要跟各位报告，每一次你适用到420条，你都会涉及到到底什么叫做新事实、新证据，也就是你可能会涉及到第一个，这到底是不是具备所谓的新证据这个崭新性的要件；第二个，你具不具备所谓确实性的要件。崭新性的要件在去年立法上面来讲已经进行过调整了，可是还是那个问题，就是确实性仍然存在的。你今天是不是要所谓的足以动摇原确定判决所认定罪名这件事情，它仍然存在的地方。所以今天在第二条这个地方，如果你把所谓的申请门槛，把它和420条第3、第6款的相关的一些文字列进了审，你是把所谓确实性这个要件列入到所谓法院审查范围里面去了。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恐怕会说，今天只要你申请，你看上去好像你赋予了一个可以申请的这件事情，最后法院一定给你驳回。因为你这个确实性门槛太高了，高到一个，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法律体系里面它都是固定化一致性的标准的话，那你这边这个确实性的用语会导致法院最后一定是驳回那个申请，而不是准予开启那个申请。所以这个地方我特别在强调，所以因此相关一些文字使用的时候，应该是有罪判决确定后，对于进行去氧核糖核酸相关一些生物检体有相当理由相信可行为其存在时，就应该是得申请。那至于有无理由判断，那这样子之后我们再去谈的另下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让法院去进行相关的一些后续的一些检验。好 ，OK。再往下面谈，第二条看上去是在扩大所谓的一个冤案错案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解救，可是下一个问题点应该是我们要去思考，那这有没有什么限制的条件存在？因为我们不应该让所谓有罪判决之后的受判决人能够所谓的恣意的任意的去申请，否则相关的司法程序难免会受到破坏。甚至我们会谈一件事情是，其实尽管我们在刑讼法上面一天到晚在强调有疑为例被告原则，可是今天都已经有罪判决确定之后的时候，其实是有疑为例既判例，而不是有疑为例被告。所以如果今天一概去使用第二条而没有去增加限制条件的时候，那恐怕未来必须要增加经费了，因为法院 绝对会面对一大堆被告，绝对是要受判决人一定是要去跟你做这个申请啊。所以很快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大概限制条件我们参考立法了以后，大概第一个你必须要考虑到这个证据到底是不是存在的一个证据，也这就涉及到当时相关的一些生物检体是不是仍然被保存在法院或者是警察署。当然这个地方国家具有所谓的责无旁贷责任，所以这个地方建议应该是要由所谓的检察署这个地方来作为后续一些相关一些生物检体 DNA 证据的一些保管。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你也必须要去考虑到今天申请人在申请相关一些有关于 DNA 鉴定的情况下时候，他所形式上所主张的事实是不是与定罪事实有关。好 OK， 主席不好意思， 我再把它讲完。好 OK， 你必须要去强调所谓关联性，否则今天被随便一个被告就把这个相关一些申请就提出去了，但你是不是与犯罪事实无关，你也要去进行相关一些检验。好 OK， 那当然这个解释来讲，你可以使用刚刚所谈的相当理由或者所谓合理相信的地方解释，但是不如在法条文章就明确定义清楚说，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救济程序，所以你今天要做的一个申请，你必须是与所定罪事实有关的。再来往下面谈，就是那这个证据到底在哪里，这个生物检体到底在哪里，如果今天这个生物检体都已经不再存在的情况底下，那这个责任谁要负。所以必须要明确定义清楚说，一开始到底这个证据是不是仍然保存在国家手上，否则今天这个部分的申请啊，恐怕也是会流于扩大的一个问题。再来还必须要考虑到，那如果今天在过去审判程序里面都已经进行过这个 DNA 检验，就是针对今天受判决人所指称他要去做检验这个部分，他都已经申请过了，那你还要不要再检验？那这涉及到是刑诉法第163，你有没有关联性、必要性、可能性一些判断的标准？可是这个不可能是放在第二条这个地方，所以你必须要去增加限制条件是，如果今天之前你已经做过相关的 DNA 检验的话，你不应该放进来。再来判断是，就算之前你做过 DNA 检验，你还必须要考虑到那是不是过去 DNA 检验技术是有问题的？因为现在我们技术一直不停的前进，所以如果我们刚刚增加一个，如果你之前做过 DNA 检验，你就不应该做检验的情况下说，你还要再开一个例外条件，那就是如果现在有新的经验技术的情况下说，你应该例外的允许。所以这每一个层次都是不一样的一个处理。好 ，OK。再来再补充报告一件事情，那也必须要去考虑到有关于受判决利用这样的程序去处理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是在干扰司法。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美国相关的一些运作情况底下的时候，每一个申请者他都必须要在文件后面 swarm， 他要必须要宣誓的。因为如果你这个地方有任何的一个文件说谎的话情况底下的时候，你全部都构成伪证，干扰司法。换句话说回来讲，我国目前为止司法实务上面来讲，很多的一些无谓的一些司法程序，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你没有后续的法律效果的一些强制性规范，所以某种程度上你必须要去考虑到是，今天如果我们扩大了所谓受判决人救济机制情况底下的时候，那你是不是也要应该让所谓受判决人知道说他不可以随便乱来？你必须要去考虑到这件事情。
再来，必须要去再很快针对最后几个点哈。第六条有关于受律师协助权利这个地方，这当然是件好事情，但是必须要留意到的是，刑诉法第33条有关阅卷权，它是限制在所以审判中。好 ，OK， 甚至是无辩护人之被告进行为阅卷形式，也必须限定在审判中。如果今天是有罪判决之后的情况底下时候，解释上面来讲，似乎并没有办法去行使阅卷权。因此，过去最高法院像是101年台抗司第27号裁定，才必须要利用所谓的类推解释的方法，让这样子一个所谓的有罪判决之后的一个律师或者是受判决人能够去进行一些阅卷。所以今天既然最后已经有这样的条例了，我们就应该要把这样子一个所谓的受律师协助权利里面额外给尽快的去赋予所谓的有罪判决确定之后，再利用这个程序里面的一些相关阅卷权行使。否则那证据我们怎么律师怎么知道说他资料到底在哪里啊？根本不晓得，被告也不知道。所以今天如果你要让整个申请程序是有它一定实际意义的话，阅卷权行使这是一定要赋予的，否则根本没有办法满足第二条的申请门槛。再来第七条，法院认为有必要使得就第二项事项为相当之条，这当然是好的一件事情啊，看上去是赋予所谓听审权程序的一个保障，但请各位必须要留意到420条，刑法420条再审程序的开启，这里面都没有所谓听审啊，那怎么会忽然间在第七条这边开启这样子的听审程序？那今天我不是说听审局不好，听审程序当然重要，可是过去刑法第420条再审程序的开启的情况底下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是。在郑信泽案件里面，那是高等法院他例外的忽然间说 OK， 那我们今天给你开启这样这个听审程序，那叫做恩赐，那叫做 mercy。 那如果今天做这样的听审程序的情况底下的时候要做，那就应该是420条那边也应该有听审程序。那第六这个有关第二鉴定部分，那你规定了像听审程序，那你才是一个所谓符合利益均衡的一个立法。否则今天这样子一个听审程序，我们必须要更进一步去思考一件事情，是他在这个地方一开始赋予这样申请的情况的时候，你就要求每次法院都要开庭，哇哦，那这个今天受判决人他很高兴了，法院的负担也就是无限制增加上去了。真正有进行开启听审程序的必要性，那指的是其实应该是你鉴定报告出来以后，你再让他们去做。你不是在一开始申请的时候就放这样子一个听审程序，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在鉴定结果出炉之后，因为你必须要考虑到它是个鉴定结果是不是420条第一项第六款，而也就考虑到现在刑法第420条其实根本没有听审程序的情况底下时候，必应该是在鉴定结果出来之后，让这些两造检察官、被告、辩护人，针对所谓的这到底是不是未来可以作为420条这边所谈新事实新证据里面符合的崭新现确实性这件事情进行辩论，所以不是在一开始做辩论，而是在鉴定报告结果出来之后去做辩论。再来第八条，不好意思，主席最后一个建议点哈 ，OK， 裁定程序有像写字一个相关的一些权利侵害，我们就要有救济。那今天参考第435条，有关于再审程序裁定程序的一个开启，它都有抗告机制。如果在第八条里面，法院认为申请有理由者，因为准鉴定裁定等等相关的一些裁定，却没有救济机制。换句话说回来讲，必须要考虑到是在这里面再额外增加得为抗告的一个解释，否则你回到404条、416条，判决前有关于管辖诉讼程序裁定不得抗告，全部都不得抗告情况底下时候，有权利没有救济机制。OK， 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欧阳律师。我们接下来请最后一位冤狱平反协会理事长罗秉成律师。主席还有大院的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在进入本题的讨论之前，我想先简单回应一下前面这位欧阳大律师所陈述的一个意见，观念上可能需要做一个厘清。刚刚欧阳大律师对这个各条都有一些很积极的建议，那大部分都可以来做讨论，但是有一部分的基础的观念，恐怕欧阳大律师有所误解啊。是什么呢？刚刚欧阳大律师有讲说，以再审案件来讲的话，是案件有疑，立规确定判决啊。那我要跟各位说明，就是说这个就再审制度哈，在价值取舍上最大的不同，案子已经判决确定了，还有案件有疑立规被告原则的适用吗？如果按照欧阳大律师刚才讲法说没有了，案件有疑立规确定判决，那如果在立规确定判决情形底下，你要再启动再审的这些门槛当然要高啊，否则这些老百姓都刁民啊，判了有罪他们都不会接受了，一定有任何的救济管道用尽嘛，就会浪费我们的司法资源。这个讲法如果在刑诉讼法420条
第一项第六款修法之前，哦，去年修法之前，这个讲法是成立的，因为在旧法我们确实采取所谓的案件有疑利归被告，但是在去年的修法之后，轴心逆转，整个立法的选择就是案件有疑利归被告，不是利归确定判决。这个在大院的420条的第一项第六款的立法理由写得非常清楚，而且这样的立法之后，我们观察了哦，这个院议评审协会有统计跟观察，从大院的这个修法之后，再审的修法之后的实务见解，基本上就采取这个立场。那么最指标性的见解是最高法院第一庭哦，花板堂花庭长这一庭所提出104年台抗制第125号裁定，批头第一句话就是说，案件有疑利归被告原则于再审程序仍有适用。这个是呼应了原来420条这个价值选择跟判断的一个实务见解。大概在实务见解之后，其他各级法院在再审案件所采取的立场就一句话：因为不能冤枉人，因为要救济无辜，是这个新法所定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在这个里程以后，是另外一条新路。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我们就接着讲，就是说是未竟之业哦。420条只修了一条，单点突破，其他条文周备吗？还不够呢。比如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条例，为什么它有这个需求？它是一个特殊性，没有错。今天如果说再审法最证据的调查有一些周备的规范的话，或许这个条例可以被报进去，我们乐见其成。但各种不同的科学证据在采取上面的证据调查的进度可能不一样。那 DNA 的这样的一个确定后的再鉴定，它确实有一个比较法的立法例的参考，因此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条例的提出，是值得肯定的。好，那为什么它有不足之处？在我接下来要按照提纲来很快的逐一表示意见。我国实务上使用 DNA 做科学证据的判决依据的现状近况如何哦？那前面的几个先进已经提到了，近年来最有名的就是院议评审协会平反的第一件 DNA 错案，就是陈龙奇案。那第二件就是吕介明案。这两件我要跟各位说明略有不同。陈龙奇的案子是被告自己向台中高分院申请再审，申请再审的时候，事实上其实当时我们只是要求法院调刑事警察局存在的电泳讯号图来判别几个人犯案。台中高分这个法官老实讲哦，他真的给恩赐了。为什么？我要50，他给100，他说不要那么麻烦，把这个鉴定员传到法院来问两句话。现在技术如何？以前用17个基因位，现在呢？现在2、3组，东西还在吗？在，回去鉴定。那鉴定的结果就是确定排除陈龙奇这个案子犯。那你要问哦，有多少法官愿意像台中高分会这位法官那么仁慈的辩护人都不敢逾矩？那是在旧法时期。要求你调查，通常在旧法时期，法官说新证据在哪里？那请法官帮我调查。对不起哈，确定案件我没有帮你调查义务，你拿证据来，你的新证据跟新事实拿来，我才有审查的余地。这是一个非常例外的案件，不能当作通案。我没办法去假设每个法官受理这种案件都会那么仁慈的、例外的去进行主托鉴定。那个时候其实这样的裁定，我们心里有一点惶恐的原因在哪里？检察官如果抗告的话，最高法院不知道怎么接球。还没开启再审程序前，法官做主托鉴定等于做证据的实体调查，那个是应该在再审开启之后才做的事情，还是在再审程序该做的事情？那个分际不太清楚。那法官在这种情形底下，他下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第二个吕介明案，吕介明案不是被告向法院申请再审，是检察官申请再审，大家都知道。那检察官当时高检署的检察官吕介明的案子是这样哦，总长有讲过哦，那严总长讲过，这个案子其实是吕先生向总长申请赔偿上诉，不对啦，就是说走错门了哦，他没有违背法定的事由，他有 DNA 的问题。总长也知道说，在我国现在 DNA 的案子有一些早期的案件，因为 DNA 技术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样的敏锐进步，所以他是发交给高检署来办。高检署我又碰到一个好的检察官，他很积极的，检察官不太做这种事情的，然后检察官原则上跟被告是对立的。虽然他是公益代表人，但是是很例外的情形底下，这个检察官也看到了陈龙奇成功的个案，也找了李俊毅教授问说：“好，那这个案子能不能做？”
所以这个案子是谁去主托鉴定的？检察官主托鉴定，检察官主托鉴定法律有没有规定？案子已经确定了呢，没有侦查案号了。他理论的讲也没有什么侦查权可言，但是法律没有规范了，检察官能不做能不做吗？检察官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解决的方法，他当然做了，他主托了。检察官主托的得到了这个叫鉴定的东西，拿到法院做新证据哦。法院也没有严格挑剔这个到底是不是算一个新证据的原因，是因为检察官应该有一个强制处分权或者调查证据的权利的话，可能报告鉴定也准了。那我能不能期待说每个案子的检察官都像李介明的检察官？我也难以期待，哦，我也难以期待。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 ，DNA 的鉴定这个条例在美国一样，美国为什么各州有几个州会有这个条例产生？就是那些300多件的 DNA 的救援过程里面，他们的创办人 Barry Shack 跟我讲，好辛苦，好辛苦。为什么？脱模了个案哈，他们也没规定嘛，个案也跟检察官敲门了，检察官不给；跟法官敲门了，法官不给，偶尔会给。后来认为这不是办法，没有一个法院依据哈，搞得保不下了，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所以在美国的这个立法力底下，有些州已经体认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而且 DNA 在救济无辜的有效性的情形底下单独立法。那我认为说，贵院能够来审查这个案子，对台湾在整个避免无辜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上面，一定有很高的强化效果。好，再来，规范在权责机关。到底何者为佳？哦，其实这个是可以讨论的，哦，是可以讨论的。那司法院事务有认为说，哦，法官没有为被告哈收集证据的义务了，哦，基于公平法原则。我想这里大概有一个误解哈，哦，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是启动法官去做一个鉴定，法官对这个证据的对或不对没有任何评价了，就是说我只审查说你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个鉴定，有些条件跟门槛，也不是毫无条件门槛，不会像洪水猛兽了，案件量也不会大到惊人了，因为我只是现在 DNA 的证据嘞。今天我都是科学证据错误，那你可能就认为大概有很大。那 DNA 这个范围已经相对小了，由法官来审查，一个好处是什么？就如刚刚我所讲，检察官即便我们在定性上说他是公益的代表人，其实实践上的操作是不多了。哦，郑庆哲案、李介明案也两件啊。每一年都有2000多件的再审案件，检察官才提起几件，很少啦，恐怕是个位数。所以在这种情况，检察官在意愿上跟他的立场上是比较不愿意去开启再审的，这个没什么好责备的啊，这没什么好责备的。所以我跟你申请，检察官大概能够驳回就驳回了。好了，一样，如果说让这一个申请有申请权，检察官驳回能怎么办？要救济啊！哦，欧阳大律师讲的对啊，你有权利要给他救济啊，我只好跟法院异议或抗告。啊，法院要不要处理？法院还是要处理啊，所以是不是会比较能够周全来处理这个事情？由检察官来做不一定。啊，苏大律师，我看到他的文字稿，他是认为可以踩双轨啊，这我乐观其成。就是说，你检察官你可以主动自己做，也可以硬申请而做。但是以法官这边来讲的话，他程序上面他是一个开启再审的前置行为了，所以他的条件。哦，要不要那么严？哦，现在我就回到那第二条的那个，刚刚欧阳大律师讲了很多的那个合理相信。我们在420条第一项六款新证据新事实，他所用的新证门槛哦，叫做合理怀疑，叫合理怀疑哦。那我这个前置行为哦，理论上不应该高于合理怀疑，因为合理怀疑会兼及确实性啊。那现在只是要开启这个再审前的前置行为，你把它拉到一个合理怀疑或者有所谓确实性的话，嘿，唔丢。这个层次不再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那个新政门槛，我的看法应该是略低于合理怀疑。那你用语怎么用语都可以啦，合理相信啊，合理正当理由啦，都可以。这个部分我倒没有特别的意见哈。好，最后一题了，简体及相关证物的保存跟法制建立啊，确实如此，这个条例没办法包天包含 ，DNA 的证据保存跟其他刑事证据的保存都有共通性，但是呢，很遗憾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法制这边没有完备。这个东西没有就什么都没有了。今天如果告诉你说我们有这一套条例，结果呢 DNA 检体就不在了，那还玩什么？没有检体就什么都不用做了。那现在各单位有保存 DNA 检体的是分散在几个单位里面。我听总长讲过说这个事情，事实上法医研究所由请法医研究所去整合其他单位保存这个 DNA 检体的，就说你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规范之前，这 DNA 检体如何共同的来处理，比如说你要送的单位啦，那个检体的这个保存的标准啊、时间啊，这些也一定要被规范出来。那这不一定要放在法律里面，这个大概就是说这几个保存的机关，他们透过自己的行政命令或一些规范，也就能够做得到了。但是我也认为，
确实 DNA 的资料库的统一建立是必要的。今天我们在这个案子是为了一些无辜的被告来请求做如何的鉴定，但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冷案是被害人。被害人简体的鉴定的资料库也不完整啊，也是分散到不同的这个单位。那如何建立起一个这样的一个资料库作为一个比对的中心，不单是要救济无辜，而且有些冷案有些真正的凶手也应该用 DNA 追缉到，这个就是 DNA 厉害的地方，它可以平反无辜人，也可以追缉真凶。那这一部分我认为这个条例可以是一个好的起点，让行政机关就证据保存的方法跟管理能够审慎以对。我也希望说大院在这个条例通过的时候能够下一个附带决议，就是这个事情该做。以上，谢谢。好，谢谢，谢谢冤狱平反协会的罗秉成理事长啊。那我们今天邀请来的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都已经告一段落，我们接下来要请这个相关的机关单位或者是提案委员有没有要回应的，那么请主动的举手啊。这个司法院有要回应吗？没有。那我们提案委员有没有要再回应的？那我们请顾委员。有关到底是双轨制，或者是说直接向法院提出申请，那么或者是说向检察官提出申请之后呢，再向这个法院声明异议，这三种的模式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会比较好啊？那么就我来看，我当然还是觉得就是说，如果向检察官申请，那么之后再向法院声明异议，在检察官已经相对的容易驳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在向法院声明异议的时候，我觉得是增加他无谓的难度了。我是觉得它是增加无谓的难度，所以我会比较倾向于是说，要么就采双轨制，那么要么就向法院提出申请。那么法院的好处当然就是在于是说，在有这样的一个条例的情况之下，它作为一个这一个可能重启再审的一个前置，它想象的是从事这样一个重新建立的结果，到底有没有在先前的新政，在先前的这个前置程序上的新政，有没有可能可以有那个可能性可以造致一个鉴定的一个不同的结果，大概就是这样而已，大概就是这样。所以申请人在向法院提出申请的时候，他当然应该要提出一些相关的证据资料。通常呢，按照我们现在在一般在做冤案救援的时候提出的，大概都是一些比如说以陈龙奇案，那么他就提出说，因为他原来的鉴定的这个方式是不排除混有陈龙奇，那我就跟你解释说明，那这个解释说明可能要提出一些专家的一个看法来说明，这个所谓的不排除混有陈龙奇不代表就当然有陈龙奇，因为他显然是一个被混掉的一个简体，那所以这个的鉴定的结论所谓的不排除，不当然表示是有他，那这个要让法官去相信这件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第二点当然就是以陈龙奇这个案子，就是说，这个时间经过了之后，这个时间经过了之后，有一个比较新的鉴定方法，那么。比如说从17组到了这一个23组，那么这样的一个信息呢会更精确，那这样子让他可能有这个机会可以再取得一个可能有利的结果。或者第三种可能就是说，我去用一个专家的一个意见告诉你说，当时在鉴定的时候其实是不符合 SOP 的，他在整个取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问题的，他在整个从事鉴识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有些问题的。所以纵使是技术上没有进一步的进步，但是再次的以比较严谨的鉴定的方式，可能是
会获致有利的结果的。那一再以这个吕建民的案子，吕建民的案子，他事实上只是说，他原来是说 DNA 的含量太少，在依照原来的这个鉴定的技术是没有办法去做比对，所以后来也许我们再次的去萃取出一个 DNA 的含量，那因此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的可能性。所以你问我说，法官在说服他说他去相信有可能一个不同的结果的时候，根据说服检察官在同样这样的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我当然还是觉得说服检察官的可能的可能性比较低，而说服法官的可能性比较高。那而我也认为透过这样的一个特别条例的一个订定，让法官才能够充分的去理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所谓重新鉴定的一个门槛，作为一个再审的前置，它的门槛应该是比较低的。我只要提出一些相对的一些资料，我说明说，其实这个原来的鉴定可能是有问题。那可能是有问题的，就麻烦你是不是能够恩准再做一次看看。好，所以这个纯粹是从一个 DNA 的一个鉴识这个部分，透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意见，来让法官相信再做一次有可能有不同结果。那这个时候第三个问题跑出来，就是说，那一般的人民在喊冤的当下，他事实上通常没有办法得到一个专家给他提供的意见。承龙奇案，我们必须要找到吕俊义教授，像这样子的一个专家，找到一般人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源，所以他透过民间团体的一个倡议，然后援救，他才得到这样一个专家意见。所以像这样子的一种一般人民在喊冤的当下，要求重新做 DNA 的鉴识，然后希望能够说服法官说有可能有不同结果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是有一个专家来进行协助。那我们现在唯一能够想得到的，当然就是请辩护人来这一个陈述，来帮他陈述意见，然后来帮他做在陈述意见之前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寻求专家的一个援助啦，哦，一个援助。那至于提到说救济的程序，在我们来看，原来的这个法官去申请，那法官驳回之后的一个裁定，是不是能够提起抗告？我们本来这个是认为应该是当然的 ，OK 的，哦，那如果觉得有疑虑的话，那这个部分可以在规定在这一个相关的这一个就这个条例里面直接把它明定，当然也是可以的。至于说怎么样去彰显说法官对于作为一个申请再审的一个前置程序，作为让他准许再做一次鉴定的这个门槛啊，这个用语到底是如何？有合理可能性，有相当可信，有相当理，有合理相信、合理怀疑等等的。讲到底哈，这也是法律人的一种文字游戏了哈。其实就是看法官。就是看法官了，讲到最后是看法官。法官如果觉得冤案的救援是他的一个使命，我相信什么样的用语在他的眼中其实就无足轻重。假设法官认为冤案的救援不是他的使命，同侪的这种确定判决的维护才是他真正应该重视的。罪疑不是有利于被告，罪疑在于有利于确定判决，这种心态的话，什么样的用语都赶快了，哦，什么样的舆论感官，好不好？好，谢谢。谢谢顾委员啊，我们也请尤委员，我先征询一下我们在场的这个各位有没有要在第二轮的发言？没有哈，好，那我们请尤委员最后一位发言。主席，还有在场的委员，以及说列席的政府官员，以及我们专家学者。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呢非常高兴哈，我们的这些专家学者呢，对于我们这个刑事案件确定以后去氧核糖核酸的鉴定的条例呢，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些宝贵的意见。那其实呢，今天与会的大部分的专家学者其实都肯定这样的一个法，它立法的一个必要性。那至于呢，就说在上一次
我们在审查会的时候呢，那所到底这样的一个主管机关应该是要由司法院或是要由法务部来当主管机关。那今天呢，其实也有学者呢非常明确的提到就是说对于检察官，因为检察官呢，他对于证据本身其实就是我扣了这些证据，就是要去证明被告是不利的，然后希望让被告有罪。那法院也有罪判决确定之后，今天其实也很难期待说检察官然后再为被告的这个有利呢，然后呢再去提起这个申请这个鉴定哈。所以在这里呢，等于是说你去与其去请求检察官然后让他重启这样的一个鉴定的程序，倒不如呢去向法官，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比较一个公正的一个立场，那同时再审也是向法官去申请。所以呢，为了让法官能够呢这个重启再审，他必须要前面的一个先前的作业，他先去呢把这个送鉴定，说这个鉴定的结果是不是能够去影响到这样的一个判决，然后呢能够重启再审。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显然呢还是应该要由这个司法院呢就是来当主管机关呢，这是一个比较妥当的一个规定。那当然呢，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个去上一届的时候，我们让这个刑事诉讼法的一个修正的420条，就让再审呢能够放宽。可是这再审放宽，如果说这个所谓的这个 DNA 的这个鉴定呢，如果你那个门槛没有，就那个门没有办法让它开启的话，即使我们放宽了说你只要有这个合理的相信，那有这个发现有新的事实或者新的证据，可这新的证据呢显现不出来。所以在这里呢，事实上就是说上一届的这个420条的一个放宽的修正呢，一定要搭配我们今天的这个这个所谓的刑事案件去确定以后的这个 DNA 的鉴定的这个条例的一个通过呢，这两个是互相的搭配起来，才能够呢这些对于所谓的冤案呢，它才有可能能够来再被平反，然后来被保护。所以呢，在这里呢，那本席呢对于今天各个专家学者呢提供这给我们这些宝贵的意见呢这个予以肯定。那我们的就是继续呢来审查，谢谢。好，谢谢姚委员啊，非常谢谢大家所提的建议。我大概听起来，那么各位的意见大方向都一致了啊，那可能有一些细节或者在实务上面会遇到的问题啊，那么除了这个判决确定之后的这个 DNA 的鉴定之外，还有其他包括其他证据的保存。那么甚至也提到了这个鉴定人的责任等等，这些可能我们都必须进一步来做一些讨论跟处理。那我们今天所有的发言跟书面意见都会列入记录，也会刊登在立法院公报，并且制作公听会的报告，送交本院全体委员及本日初列席人员参考。那么我们在日后啊要立法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希望司法院跟法务部，那么这个共同参与讨论立法的相关机关都能够参酌今日公听会各位学者专家的意见啊。好，再一次感谢各位，今天公听会到此结束，现在散会。